点啊，嗯，人要知足。哦，你的工作未必是你的兴趣。哦，但如果你的工作跟兴趣是一回事儿，怎么样？要感恩。哦，知足。你说，纺织女工就这么爱纺织吗？未见得呀，对不对？你钢厂工人就爱炼钢吗？哦，不是，不是啊。嗯，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嗯，人总是要干点什么的，得干事儿。恰恰你干这事儿，你又爱，多好啊！哎呀，太开心了。嗯，说相声高兴。哎，啊，您各位一高兴，我们也高兴。哎，哎，我们还指着说相声挣钱养家。嗯，啊，孩子上学，对，养老的，哎，把钱给媳妇儿，是给他媳妇儿。嗯，我媳妇儿不用你给。拿着吧，嗯，你这谁客气什么呀？不用，不是你，你给你的，我给我的呀，多新鲜呢！你以为我单给他一份了？谁说的？这其实也不怨于老师，也怨你们。干嘛呀？你们要不乐，我也想不起来这个。好多时候啊，我这么一说，大伙儿一乐，乐完了，有时候没法弄。怎么呢？人嫂子，人家也会上网、啊哦，人有时候听完之后，你看看，嗯，都怨这缺了德的郭德纲。骂你呢，有时候我一见他，就是说他来后台啊，啊，演出他两口子一块来串门来吗？他媳妇一来我就躲他，不敢见。别走，我站着。是郭德纲，你给我过来。哦，嫂子，嗯，你先别嬉皮笑脸的啊，嗯，你台上你又胡说八道了吧？是吗？我告诉你，就一天到晚的你们就没个正形。嗯，你说了那些都什么话，真是的啊。嫂子，我错了啊，以后我改了，承认错误，必须改啊。是，嗯，这个天可是越来越冷了。怎么了？你穿秋裤了吗？这画风转太快了吧？这个，啊，谢嫂子。嗯，穿了，穿了，少来。嗯，你准没穿，什么意思？过来，我看穿了吗？快起来，还动手啊？这里头，老嫂比母，小叔子是儿，这倒是老话，是不是？啊，说相声是最开心的事情。哦，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场，富贵贫困不一般。哦，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袋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袋命该然。嗯，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嗯，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报应循环。嘿。为什么说这么几句呢？是啊，我是感慨我自己。怎么呢？人生在世离不开的是命运两个字。哦，命运。人对宇宙的理解最多到5%。哦，人世间充满了很多未知的事情，都不知道。我看看我自己，我就了解了啊。我的命运就是说相声，啊，就该着说相声。哎呀，好好说相声，认头说相声就行了，是吗？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哦，这就是命。比如说有两碗米饭是搁这放着了，嗯，这碗让人端走了，是吃完之后经过消化排到厕所。哦，这就是这碗米饭的命。哦，就应该这样啊。他扔了厕所了，最后嗯，这碗米饭没动。哦，你看这就是他的运，是他不动。哎，你那个排了厕所，嗯，那是他的命。嗯，这个搁这摆着没动，这是他的运。哦，这就是运。但这东西摆6天长毛了，又扔了厕所，还是他的命。嗯，人生离不开命运两个字，都在这里头。对了，所以说咱们啊，嗯，认头，认头说相声，好好说相声，是跟观众们一块儿。嗯，哎，我给您快乐，您给我饭吃，嗯，这就可以了，多好啊！说别的没有意义。哦，有梦想未必要实现。啊，于老师这辈子最大的梦想，打算当一个大美女，想想就得了。我想想都觉得浪得慌。我想当一大美女，我怎么想的？我就说这形容词嘛。啊，想一想，想想就得了，算了吧。啊，这可不是算了吗？是吧？啊，就是我是形容词，你不能往心里去。你还想当大美女？你真是的。我谁往心里去了？嗯，所以说我说，你看，你看，你男朋友来了。我呀，啊，这就是人生。哦，命，好好说相声。嗯，当然了。干艺术这个门其实也挺难，那当然不容易 啊有的简单，有的就难。哦，还有分。你看，那是啊，啊，人力可为就比较简单。什么叫人力可为啊？你比如于老师啊，于老师在单位里边想评个级，
哦，评级，哎，几级演员，哎，评个级，嗯，这是人力可为的，这可为吗？哎呀，是吗？你看，人力可评级人，比如说啊，咱别说你是相声演员了，这容易得罪人 啊。说相声怎么那么得罪人呢？你是一个电影演员，哦，影视演员，好不好？可以啊，哎，八宝山电影厂的演员。八宝山有电影厂吗？没有这个电影厂。对呀，有人你告状去，举报去，你随着人一听没有这个，这瞎说。哦，咱们就躲过一劫，这就是咱俩的命运。你看这儿等着我呢。哎，八宝山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于谦老师。哦，还是著名演员。吕溜，你最近特别向往着要做三级。我要做一个三级的电影，还是三级的演员啊？不是，你这个人这就没意思了啊！你是一个四级的演员，现在评级你想调一级，我还不如三级呢。现在你要调成三级，是啊，不得一点点往上熬吗？啊，对，得先拍啊，对吧？其实你已经。你这个人很龌龊，真的。哎呦，哇！我那还不如三级，我可不得熬吗？我这。对对对，就是你得熬。其实你已经有很多作品了。呦呦，是啊，你想，你拍了好多，床上床下，啊，床头床尾，是床塌了，床碎了，嗯，骂街的邻居等等，我没出屋，感情您这这些戏都是您拍的啊。但是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调级了。哦，我哎，赶巧了，有一电影是男一号是你，哟，女一号苍井空，还是三级，不是不是，故事片吗？哎呦，还故事片呢？于老师是一个大学生，啊，年轻，哎，一进大学，校长就爱上你了，是啊，你认校长当干爹，我，这男的女的？这校长，男的，男的，干爹嘛，对，哦，哎，副校长也爱上你了，这副校长，你又认一干爹，俩干爹，哎，教务主任也爱上你了，教务主任呢？你又认一干爹，仨干爹，对不对？看门的大爷也爱上你了，是，你又认一干爹。不是大爷了，哎，怎么那么些干爹呀？都是你的干爹义父啊！学校还给你送块匾，叫“富可敌国”。这三级片有人看吗？别着急，你就毕业了。我这还能毕业呢？这个毕业了啊！毕业之后，你开始找工作，先到一个夜店里边。哦，哎，电影嘛，电影的故事嘛，你就到夜店了。是，到夜店里边，你每天站在那儿，你玩那个电磁炉啊。我你嗨。没听说过那叫什么打碟的那是？对对对，你就在那开始打碟。打嗨，我倒是爹多。你然后骂娘？没听说过什么打什么打碟啊？就滋啦滋啦就玩那玩意儿，就是打碟。哎，嗯，认识了女一号。哦，这时候苍井空。哎，碰见苍井空了。哦，他也爱你，你爱他。嗯，故事他当干爹没有？哎，你也想太多了。对，哎，故事就开始了呗。哦，咱就随便说呗啊。是，哎，认识了，认识之后呢？哎，突然间这个地儿把你给辞了，哟，不让你玩那个什么打碟，不让你玩这个了。哦，出来了，哎呀，没有那个女孩的联系方式，哎呦，很难过。是啊，你看故事都有悬念啊。啊，男一号女一号碰见了，有爱情了，但是又分开了。哎，分去怎么办？你找工作吧。啊，哎，有一个外国的杂志社，哦，请你当编辑。你说我这，哎，外国有一杂志叫花花公子。啊，还没离开这行啊！花花公子的书本兄弟单位，这是什么单位呀？叫这个杂志叫花子公子，要饭的呀？不是，啊，你就上那儿去吧。哎，啊，你到这儿，你又碰见这个女演员了。你这他这涉猎也挺广泛。对了，俩人就碰见了。哦，慢慢的感情就有了呗。是。有一天，这个女孩就跟你说了。嗯。我对你好，你给我买块表。哎呵，哎呀，哎，苍井空就是高峰的三姨啊。就说这意思啊，这个，啊，要不说我们这三段相声其实是一段，嗨，拆着使啊。对你好，你给我买块表。对，咱不提这个了，啊，就都买完了吧。啊，关系越来越好。哦，你给他买了一个大钻戒，人家要表，我给人买个钻戒，这是连求婚呢。哎呦，大钻戒。哦，但是不能愣给，那我啊，给你吧，咱俩搞对象，这完了，不行吗？这不是电影啊！哦，那电影应该电影是艺术，那应该怎么拍？买一大钻戒，哦，又买了20个发面饼，这思路很清奇。那是啊，大钻戒塞在发面饼里边，哟，
来一口的，啊，挖一杯，是，哎，拉着高峰的三姨啊，别提高峰的三姨了，嗯，俩人春游去了，哦，天清水碧，鸟语花香，或野炊，小溪潺潺啊，俩人站在这儿，啊，把这口袋卸下来，发面饼，哎，一抖了这底儿，我去你的，这是20个发面饼，漫山遍野都是，哎呦，这干嘛呀？你拿手一指，那个，哦，他三姨唰唰唰唰就出去了。啊，烫，一口就咬住了，哦、是站在那咔嚓咔嚓咔嚓，就吃。哦，吃完一看这意思没有，没要有钻戒就隔牙了。哦，没有，哎，他站那看着你。嗯，我呢？于老一直那个，哦，唰又去了。啊，简短接说，吃到第20个是吃出来了。哦，嗯，大钻戒，有了。嗯，于老眼泪下来了。哇，哎呀，这缺德娘们儿啊！啊。真浪费粮食，哎，真能吃，哎，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结束。您这剧本苍井空接吗？不是，你以为日本人见过那么些个发面饼吗？就为发面饼接的呀，人力可为，这就给苍井空了，就这一个。给你给他、哦、没有区别，就给他了，跟艺术没有关系，都在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人力可为，人力可为，这事儿就简单。哎，你要这么一说还确实是，对不对？这人控制呢嘛，对了，对对对。但是你说站这商演，嗯，卖票，人力不可为，这怎么不可为呢？比如说咱俩人郭德纲于谦在北京北展2700座，啊、嗯、对，这是我们准备干一个商演，商业性演出、啊、嗯，咱要想人力可为，就得发动咱家的亲戚和朋友，对不对啊？咱得凑齐了，没人看咱得花钱啊，啊，花钱雇学校再拉辆车来，咱花钱，就说这意思啊。比如说你想人力可为的话、哦、你不得自己凑人吗？是，对吧？同学朋友啊，反正我都想到的我都接来了，嗯，您也得想办法，北京的亲戚是啊，还有河北省永定河边呢，对吧？那这现发展的，咱两家再怎么凑，凑300人就了不起了，那就不容易了。这还说在北京啊，明天贵州干一场，咱不能打北京拿飞机往那拉人呢，那多费钱啊！必须是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凭能耐贴出名字去，张三李四在这说相声，哇，老百姓自己花钱买，愿意听，那是真能耐。对了，啊，你指着说我骗他们，把他们骗来，你就记住了，让大伙花钱，那会儿他比你还灵了。不好骗，人家不会上这种当的，是啊，所以说艺术来不得半点虚假，那是，会说会唱，懂心理学，哦啊，跟观众得当亲戚一样，哦，就那么亲，这个东西很重要啊，而且还要练，练，你嘴得干净啊，你得会唱啊，哦，你吐字发音呢、啊，基本功，你做了最后一个旮旯，每一个字儿不在那听明白了吗？这嘴里有劲儿吗？对不对啊？说话得清楚，是，说话不清，如同。钝刀杀人，嚯、哦！您这说的也有点过了吧？还钝刀杀人，那是多难受！说话吐字不清，杀人的刀要快呀、啊。是啊，唰一刀脑袋掉了。对，这刀子要是钝，杀人太痛苦。钝刀杀人，太痛苦。怎么个痛苦法？都是杀人，反正都是死。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哦。您来吧，反正我对你那么好，你买快票吧。哎，对，行，我做好准备了。您来，举例子说明今天要杀于老师。啊、你看，我这杀我，你哪有喊好了？你看了，哎，没有，太不厚道了，您这、啊。嗯嗯，都是假的，可不是假的吗？挑个好日子，嗯，除夕，举国同庆，大年三十啊，要杀于老师啊。今天对于老师来说是一个忘不了的日子。那也记不住的日子，这个啊，于老师今天嗯过生日，过三喜临门，嗯啊，而且今天新搬的家，还乔迁，刚买一大别墅36000平米，哎呦，大别墅嚯、哦！而且今天您儿子回家来了，从哪儿回来？靠，这儿子英国留学，今天毕业回来。哎呦，海归学子！哎呀，这孩子，你想，3岁去了英国，这刚回来，让人给卖了。这孩子是，是留学去了吗？是是是，留学去了。3岁，哎，今天回来31。
我走那么些年，走的时候他都不认识你，那可不是吗？一声好听的都没叫过。三岁啊，今天回来哦，而且带着未婚妻，还找一对象。哎呦，他这个媳妇了不得，是吗？人家里边是世界首富，还有钱啊。哎呦，早晨出去，你媳妇买菜，捎带脚两毛钱买张彩票，哦，中一头奖，哟，现金1亿5000万。这好事都让我赶上了，天底下的好事都砸到于老师的头上，真好，高兴啊！那是媳妇儿这儿忙活着，嗯，儿子带着儿媳妇回来了，你看高兴是？还没来及说话呢，嗯，门铃响，谁来了？开门一看，嗯，站着一个印度的美女，这印度美女，哎呦，穿着一身印度的传统服装，哦，额头这还点了一红点儿，这就是风情嘛，捧着一个包装盒，这盒，亲爱的于老师你好。高峰的三姨又来了，哎，不是，啊，两回事，你不能连着听 啊！没有买块表了，木有的，哎，还得买个包呗，啊，没有，那是人家商店里边促销，哦，给您送货的，是于老师啊，祝您生日快乐，全是这味儿吧？您是哪们这儿 VIP 中 P？ 呵，这是给您送来的礼物，什么礼物啊？印度三宝，印度三宝，印度三宝，什么叫印度三宝？哎。这头一个啊，这盒就是印度三宝之一。这盒，哎，这是印度小叶紫檀雕的。哎呦，这可值钱，这么大个儿啊！是，几位，不是您那位熟啊？啊，紫檀无大料，是紫檀长着长着就空了，就酥了。长这么大，那得好几百年哦，很难得。而且小叶紫檀，小叶儿，小叶儿是这个山坡不着太阳这面出的，那阴坡阴面更难长，嗯，所以这个东西它值钱。哦，这本身这就是宝贝，对对对，对不对？嗯，一开盖里边，还有又有好东西，这宝石好，印度的神油，一桶。于老师趁热喝了不？我喝了啊。于老师蹲，高兴啊！我还听话呢。突然间就愣住了。嗯，发现这女孩这儿点一红点儿，这红点儿是？我打小看印度电影，我老纳闷，这红点儿我能 K 一下吗？我这也好奇心太强，来吧，嗯。拿手一 K， 这红点掉了。哟，里边有字儿，写的是特等奖。哟，这好事还没完呢。啊，哦，公司促销，谁发现这个谁得特等奖。这特等奖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印度女孩。怎么个意思？刚18岁，印度大美女，这个人就归你了，就归我们家啊，就给您了啊，就我的了。于老师乐的，哎呀，啊，哎，哦，你等会儿吧，我这要出水啊，我这是。出水芙蓉，没听说过，很是开心啊！当然了，嫂子不愿意，是凭什么呀？哪儿就来个印度姑娘啊？她痴心，这日子还过不过呢？啊，这边就得劝。我也在现场呢，您也去了，我是给谦哥祝寿嘛，过生日吗？啊，师哥生日快乐！对，我说嫂子，别闹别闹，咱们这高高兴兴的事情啊。对对，至于别的，咱们回来再商量。哎哎，就这会儿功夫，有人砸门，怎么又谁来了？开门一看，嗯，100多官兵。官兵干嘛来了？于老师好，啊，您好，新年快乐！好嘞，这个乔迁之喜，谢谢您，父子团圆，呵呵，生日快乐！得嘞，走，咱们杀头去！哎，好，我都快把这茬给忘了啊！怎么还有这事儿呢？凭什么这么多好事都是你的呀？对不对？哦，于老师，请，干嘛杀头？给于老师弄走了。哎呦，屋里边的气氛也一下就暗淡下来了。肯定是，都傻了啊！我一下我腿都软了，没经历过呀，你坐这儿了动不了了啊，你媳妇儿就哐当坐我旁边了，这印度这女孩就坐我这边，我们仨人啊，你什么表情太难过，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啊，哎，我是不是乐出声来了？哎，对，那假牙都快掉了啊。这哎呀，最难过的是你儿子，他难过。打回来坐在那儿，本来孩子想很认真的喊你一声，他还没叫出来呢。从小从3岁到现在一句没叫，是本来指望一家人做好了，认认真真喊你一句，没等喊，嗯，你弄走了啊，孩子傻了，眼泪下来了，这真哭了。哟，这个心难受，伤心吗？你媳妇儿也是啊，拿手一指着儿子啊，你要干嘛呀，啊？你要哭啊？你至于的吗？啊，怎么不至于啊？咱们这。啊，好容易团聚了，这谁跟谁团聚了呀？我擦擦眼泪，你倒哭了，哎，谁也不许哭，听见吗？啊，嗯，事儿是挺大，是谁也别出音儿，嗯，
别让邻居们听见啊。那什么，今儿除夕干嘛？包饺子吧。哎，做饭吧，咱们啊。啊，做饭还有心吃呢。哎呀，吃是吃不下去，是吗？来十个凉菜，哦，弄十个热菜啊，点个锅子，哇，包点饺子吧。哎呦，素三鲜，海三鲜，嗯，牛肉大葱，然后白菜，啊，一家子都缺心眼儿是怎么着？我那儿都拉去要斩首了，在这儿还大吃大喝。哎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啊，那为谁呀、啊？为了你的脸面，这跟我还有什么关系？不能让邻居们看见。哎呦，这家人哭哭啼啼的啊！哎呀，杀个人，他们连饭都不吃了，没见过世面。咱不唠这个，哪儿有这缺德邻居呀、啊？知道吗？哎，煮饺子。哦，开瓶啤酒、哦、白酒、嗯、烫点黄酒、嗯、醒上那红酒，是吃饺子嘛，包点蒜，哎，那是，哎呀，砸好了真全，倒点醋，点点香油，哎，捞点腊八蒜，对，再调一碗那个印度咖喱啊，对，那还印度娘们呢，倒回去，嗯，做好了，哎呀，吃不下去啊，干嘛？对，打开电视吧，干嘛？今天是年三十，看看晚会、哦，嗯，看看还有没有好相声？没有好相声了，我都枪毙了，还有好相声吗？嗯，我们正在合家欢那个难过的时候，差点把实话说出来。于老师已经送到了啊北京菜市口、嗯，干嘛送菜市口去？那是一个杀人的风水宝地。这还要什么风水啊？来到这儿，给于老师先把衣服都扒了，妈都扒了，一丝不挂，光着呀！哎呀，命都不要了，还要脸干嘛呀？那我也不能先不要脸呢。哎呦，忘了啊！啊，扒了之后拿绳子来捆好了啊，绳子双着下来，打脖子过来，俩胳膊捆好，往后一别，干嘛这么绑？哎，脖子后边一个花，胳膊这儿俩花，嗯，手腕子俩花，这叫五花大绑，这也有讲究。哎，绑好了，脖子后边给插一个招子。什么叫招子呀？就是白纸叠一个宝剑的尖儿。哦，各位都见过吧？啊，里边搁个竹子，打这插过去。是是，得写着那个，姓什么叫什么什么罪过啊？我什么罪过？哎，监斩，大流氓于谦。我还是流氓，我说光着呢。嗯嗯，于老师大气，我还大气。哼，嗯。本盲，本盲，什么叫本盲啊？大流氓啊！啊，大流氓自称本盲啊！我还跟人放什么分呢？我本大不好听啊，多新鲜！那大本还好一点，我就别圆下了呗。本盲啊，跪下！哎，都踹上了，啪，跪下了！哎，让你跪下，谁让你撅着呀？废话，谁让你踹我的？我哎，我又撅那儿了啊！行了，行行，大伙说别管他了，就那样吧啊！嗯。都收拾完了啊，天光大亮，哦，隔着我们折腾一宿，那可不，从家送来忙活半天啊，这会儿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上，那是一宿，可不就初一了吗？北京每年从大年初一开始是有庙会的，啊，对，有这些，哎，绑你这地儿呢，嗯，就在琉璃厂附近，嗯，这叫场店庙会。这是传统庙会了，大清朝就有，是吧？啊，粗略统计，北京城大概有这么五六十万人要来，就外地的游客也得有五六十万，大概就是一百万人要从你的身边经过，就一百，不是你们那天卖票不卖票？通票，啊，我都含在里头。你算一个景点儿。拿我当景点的卖，你这景点叫雅俗共赏。我这嗨，不唱。我这老二跪好了，嗯，老百姓都从这儿过。哦，开始也没注意，是吗？哎呦呵，这个场店庙会是真热闹哈，真是好。哎，初一来玩这个来啊？怎么了？于谦认出来了。了干嘛呀？我太喜欢听你的相声了。这时候别提了，我听你睡不着觉、嗯。快给我拍一张！我这嗨，别拍了，这还拍什么？这一会儿斩首了我。啊，游人们啊，陆陆续续看啊。哎，男男女女，啊、老太太们哪儿了？啊，哪是于谦？好，这是哎呦，这是于谦啊，可不是吗？哎呦，真白呀、啊！你管着管不着啊？怎么那么贫呢？这老太太、哎、这真白，凉不凉啊？那能不凉吗？啊、好，真好，我得先输液去，回来再看你啊！你死不死啊你？你赶紧看病去，不就完了吗？还回来干嘛呀？你就说受欢迎程度，
这时候就不用讲这个。哎呦，这一传出去，自媒体就都来了。哦，还有网红，哎呦，直播的，这拦不住。紧跟着啊，各大网站关于您这个报道都写出来了。哎呦啊，100多万人，只看于谦。哟，郭德纲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老得把你自个儿搁里头。嗯，有的是自媒体写的。哦，连于谦都被杀头。哦，德云社的管理是不是真有问题？你看看，哎，菜市口的于谦是否怀念曲艺团的温暖？哦，还有这么个，哎，就人家写的各种题目啊呀，嗯嗯嗯，就替您打抱不平。哦，倒没听出来。嗯嗯，嗯，一眨眼，就到了初七了。我，你先等一会儿，我跟这儿展了7天呢，合着，啊，因为北京的庙会是初一到初六。那还剩一天呢，你看内部人员不得看看吗？啊，给他们还一优惠场。对了，一直到初七是都看完了。哦，这回是没有什么说的了啊，必须要杀头了。没有，没看看。哎，监斩官就来了。怎么还有监斩官？得有一个官员负责监斩。哦，管这事儿。哎，披着红斗篷，戴着红风帽，这还有一墨镜。这也有讲究吗？有讲究，这是为了辟邪的。哦，大人往这一坐，要背冲着你不看，不能看啊。哎。这刽子手过来了啊！启禀大人，是一切准备好？哦，请您令下。下令。监斩官这才回头。哦，撒呀！嗯，整啊！整，弄他呀！是啊，收拾他呀！给弄稀碎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还一东北监斩官呢？这个，这是东北人新上任的啊！哦，撒他，给、哦、给他剁了，剁稀碎，哎，整他！嗯，嘴太碎了，这个。刽子手答应一声啊，还把这刀拿出来，是这口刀。肩宽背厚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毫。紫薇薇，蓝娃娃，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哆里哆嗦，颤颤巍巍，举着刀，奔着于老师就来了。怎么样？大喊大喊，怎么着？大喊！哎，是不是吓一跳？谁吓一跳？可不是吓一跳吗？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谁跟你逗了？是不是好搞笑？谁跟你逗了？于老师，我净听你相声了，我没想到你落我手里边了。废话。哎，我刚才又坏了，怎么了？尿了，这叫吓的。哎，我跟你逗着玩呢。嗨，谁跟你逗？拿墩布来，拿墩布来，给我，啊、才弄一下子。嗨嗨，于老师，赶紧，您抬腿，我那条腿那天长了。好、哦、好，我这捆着呢，抬哪条腿呀、啊？我这擦干净了，这砍不砍了？这回真砍了，废话，吓死了都。哎，走你啊！砍了，一刀下去，人头落地。是于老师这脑袋跟地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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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到那儿停住了，干嘛？等红绿灯。我要这么规矩，至于杀头吗？我咕噜咕噜，哎，绿灯啊，嘟噜噜噜才过去，才咕噜过马路，回过头来还夸了一句，说什么呀？好快的刀啊！嗨。我也太欠了，我哎，这就叫杀人的刀要快，那快刀是痛快。哎，这个刀要是钝刀，您可受罪了。钝刀怎么受罪？我给您换一个方式，这回用打钝刀。哦，不快。前面咱们可不提了啊。哪儿啊？怎么抽奖了？然后他坐我这儿啊，坐我这儿。行。我们喝酒啊，啊，就搞团圆什么。行，都是你的，行了吗？啊。要、啊、你要这么懂事，就不用杀头了。嗨。就憋着这个呢是吗？一直到这会儿吧啊，初七了啊。哦，简短截说到初七了。好、哦，监斩官来做好了。嗯，启禀大人，时辰一到，对，撤斩。监斩官一回头，嗯，撒呀，整啊，弄啊，切啊，弄稀碎呀，是小子呀，嗯，这孙子还没下班呢。嗯，大刀举起来，这回是口钝刀。钝刀怎么办？这口刀是打唐朝流传下来的，老的，一次都没磨过。哎呦，哎呀，这个刀刃比刀背厚一寸。哎。反着用合适了。要是拿刀刃杀你啊，是你的造化啊！哎，今天得打算用这个刀背来杀你啊！这砍，哎，这刀举起来呀，还揍你、哦、来，啪！这事儿就卡在脖子上了，多在上头了，上不来下不去。哦呦，哎呀，横着推吧。我去，连锯3天，您猜怎么着？怎么着呢？你是饿死的。去。后来啊，这个、没有后来了。好，您这还有接着的连续剧。哎呀，我就爱跟于老师在一块儿说相声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谦哥、您说，你那个杯子为什么那个颜色呢？
那就买时候就这样呢，可以挑的哈，这就喜欢这色儿，好吧啊、嗯？哎呀，春暖花开，嗯，太平盛景，我们又可以说相声了。嗯，我们俩这是好久没一块说了，还得一年两年了。他尤其他就拍戏去，是那会儿因为事儿也多，我说拍戏拍呗，嗯，这一气签了两三部戏，对啊，这个戏还得再拍一个月，还得有一个多月吧，还一个月吧啊、嗯。今天演完了呢，我连夜就得回天津，对。要回天津的话，就是明天27号我还能歇一天，是。然后后天28、29，对，天津那个体育馆小馆啊，小馆叫小馆啊、嗯，体育馆，嗯，就演说相声。我们还有两场，是补的疫情那年那相声专场，对，有两场人观众不退票，一直攥着不退票，哎，商量来商量去，这两天时间合适。哎，就给人补上，先给补这个。嗯，哎，这个补完之后呢，把于老师先送回去拍戏去。哎，然后就到五一了。哎，五一1号到7号，天津德云社2周年庆典，是。要是有时间，你们看看去，每天晚上不一样的节目。对，啊，你们爱的各种演员，每天晚上都会有展示。啊，我7号还回来，还7号于老师赶回来演7号最后一天。对，7号呢，演出之前呢，先。收肖子科的最后一批学生啊、哦，又收徒啊！之前老说收了，一直没收。嗯，再不收，这帮都退休了啊！太能拖。那样的话，7号收他们。嗯，然后8、9、10、11这四天，嗯，在天津中华剧院，嗯，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哦，啊，那四天也挺热闹，有古曲，什么张云雷呀、啊，什么郭麒麟呐、啊，陶阳啊，都上去唱大鼓去。哦，展示另一面。啊、对对对，嗯，有时间各位您多捧场，谢谢您。啊对，嗯，反正打这儿起呢，我们就各种演出就一场一场的就排了。我跟谦哥为了救活他，5月20号成都我们还有一场相声大会。对了，追到成都去了。对啊，本来我说成都我就不去，后来他们说谦哥那儿好多女演员都在成都、哎、啊。我说我替谦哥看一看，嗯，要是对你好，我给他买块票。哎，高峰的三姨也在那儿。然后今年麒麟剧社呢京剧啊、哦、也演哎5月底山东济南演完之后回来北京煤大有两场然后青岛大剧院、哎、青岛有两场、嗯、武汉有两场上海有两场苏州也有嚯、哦、啊反正热闹闹吧相声啊什么这陆陆续续的演都演上来了啊9月的中旬啊9月之前嗯嗯、上海有京剧有还有我们的话剧窝头会馆啊8月底9月初、嗯、有5场在上海是然后9月中旬到10月中下旬是我们国外巡演、哦、啊头一站先奔奥克兰从那儿奔澳洲、嗯、什么墨尔本啊然后奔北美啊什么洛杉矶啊什么这就演回来就得10月中下旬嗯我们演出部最开始定了这节目单我说这不行嗯咱们这个演完之后10月底他是从10月底就奔欧洲嗯欧洲最后一站他们转到南非我说去不了这个好家伙太远了再一回来之后就过年了啊所以说欧洲这趟呢就搁到春节后这么干了就明年了对然后这里边还有做节目还有我们这个逗笑社大概7、8月份要开始录啊是吧就都一块开始了所以说你看歇了2年了吧这一看这工作就已经又就排满了就是、啊、是是还是那句话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多谢各位父老乡亲对我们的支持您捧场再一次谢谢您各位啊谢谢每到这个环节是不是就应该把高峰叫上来了哎对对老高高老师我们过来来吧来吧来老高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那个那是你三姨夫哎呀我三姨倒挺垮的是吧哎呀对我好卖了快表哎好又来了好久没有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说说了哎呀是挺长时间了是不是对我跟高峰是老乡、嗯、没错天津人都天津的是了于老师祖籍是陕西对了啊嗯跟父母他们老爷子在天津大港对、嗯、但他从小呢是在北京长大是啊所以说从这点来说其实我们仨算是同乡哎都不远是是是这俩人打小没少欺负我我们哪欺负你了你看看这个说实话啊啊您讲讲你要不说实话有报应啊怎么报应你看真的小时候在一块儿这俩人都比我灵还小孩儿嘛你想你看我印象很深嗯啊小的时候他们就出题欺负我嗯郭德纲
一加一得几？这个谁不会啊？就是、嗯、一加一得二啊！哎，一加一乘以64890。我你想我小时候我哪算得过来呀、啊？对呀、啊，俩人罚你，啊，惩罚，喝水。好家伙，弄一大碗水喝，不喝打你，灌大肚。这俩人要一个，我就敢跟他闹一闹，打得过一对一、啊。俩人受不了，喝吧，蹲蹲蹲蹲蹲，98490除以68420多少？我不知道。喝水，好家伙，蹲蹲蹲蹲蹲，也喝。好家伙，我恨不得喝了这么一盆水。啊，好行，喝完我站着我都动不了了。嗯，这俩人乐呀，啊，高兴啊，小孩嘛，就小孩，你说欺负人怎么这么高兴啊？是人吗？啊，我就记得很清楚，那是冬天嘛。嗯，喝完了，啊，出去玩会儿去，我还玩得动吗？对呀、啊，走都不动了。我在门口那儿站着，我跟傻子似的，人、啊、俩人高兴玩儿，行玩哎，院里有一大铁门，嗯，俩人过去了。谦儿，你敢舔一下吗？冬天舔铁门呢？谦儿乐了。你要敢我就敢，你瞧较劲。老冯，你看我，哎，嗯，怎么样？舔铁门，舌头粘上，那还不粘上、哎、啊？谦儿说：“你这会吗、嗯？我也试试吧。”来来，哎、也粘上了，俩人呢，都粘上了，多难看呢！我就吓坏了啊！怎么了这是？两位，快下，救我们俩！话都说不利索了，我就赶紧拿盆要接自来水去。嗯，院里那大爷，你干嘛？我接凉水救他们。那凉水那能救了他们俩吗？那怎么办？得温乎的水。哦，哪儿找温水去？温。你干嘛要自产自销？你这是。后来我就把他们俩救了。哎，好，过程就不讲了。拿什么救的？您这是？你问的太细致，没有意义、哎、啊。就是冬天。嗯。转过年夏天，这俩坏蛋啊。我们还坏蛋。郭德纲。夏天了，嗯，大铁门你敢舔吗？夏天没事了。我说你们俩敢舔，我就敢。嗯、好嘞，俩人过去，呱啦呱啦呱啦呱，舔大铁门。哦，我还是没敢。怎么？你大铁门刚刷了油漆啊？好嘛，就俩人这个聪明啊，这叫聪明啊，这个真是的，舔一嘴油漆啊。俩人打小我就上他们的当，谁上谁的当，嗯、很开心、嗯。哎呀，很开心，真是的啊。老高今年多少岁了？40整，你才40啊？啊，看怎么了。好家伙，于老师他才40，可不吗？多年轻啊，真好啊！啊，你姨多大岁数了？哎，我姨呢？问我三姨，我跟你说吧。哎呀，在一块说相声，开心之极。嗯啊，这个今天咱们得多演吧？那当然了，是不是？对，不光我们要多演啊，后台这些演员，我刚才在后台说了，希望你们拿出时间来啊。多说相声，哎，回馈观众，太喜欢了。是，把他们叫上，咱们聊会儿，好不好？哎，太棒了，好了，好的，欢迎来来来，所有孩子们，欢迎。嗯，我给您再介绍一下这些位啊，打那边开始，头一位高峰高老板，还是我的爱徒啊，栾云平啊。嗯，哎，我徒弟张小黑啊，张九龄，嗯，这也是我徒弟，也是我外甥王九龙。好，这是我大儿子郭麒麟，这是我徒弟严鹤祥。主持人你们都认识啊，少侯爷侯震。一般到这个时候呢，就是观众们愿意看他们单独演点什么，是吧？来，九零，快来！啊，你那观众在那儿哈。嗯，那个我唱一般，我也给大家来一模仿秀吧。哎呦嚯，这可了不得了啊、哎！我给您模仿一个于谦老师，好吧？啊，先给您道个歉啊。你别客气。是模仿他起床之后那一套吗？刚才模仿过了。嗯。大家好，我是于谦，我也有一道自制的小菜，做法很容易，吃完就窜稀。开始模仿吧。什么还没模仿啊？啊，过去了啊啊！哎，真搞笑啊！这啊，真搞笑啊！这个我理解，因为有人观众好多人在网上提过，于老师在网上教人做饭，说他做菜就是第一食材很简单，第二呢技术很简单，第三做完了就真的很难吃。嗯，来外甥，快来。好啊，哎，我这有你来一个什么尴尬的节目？别着急，我这有一个很可乐的包袱。哎呦呦呦，那大伙准备好了啊？
是一个笑话。哎呦好，我给于老师讲一个吧。哎好，我提前给您道个歉。你这顿菜是怎么样？我给你道个歉啊。说呀，嗯，有一块玻璃打六楼掉到地上了，问他会对你说什么？不知道。晚安。为什么呢？我要碎了。这个外甥其实是表外甥，不是亲的。别摘了，不是关系特别近的那种外甥。别摘了，嗯，好，晚安啊，好，嗯，大脑袋，来过来，来徒弟，我徒弟厉害着呢，又能说书又能旅游，嗯，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加上烧锅炉三门报，嗯，那我给于老师一个猜，你先道歉吧，我先给你道个歉。您猜啊？啊，对，说您啊，跟着我师父出国巡演回来以后，啊，回家看您母亲，嗯，啊，您母亲问您，嗯，啊，说我儿此游累吗？您应该怎么回答？我应该怎么回答呀？您该回答，买那么一份御钱，乱七八糟的。因为他问的是我儿此游累吗？啊。这个徒弟也是表徒弟，来，这亲儿子可不是假的吧？栾云平，栾云平，快过来吧！哎呦，就指着他说唱伴舞绝。哎呦，我替他们给您道个歉，我替他们给观众朋友们道个歉。哎嘿，这是纯道歉的啊，道歉门的徒弟，老高，你快来吧，我给你买块表吧，嗯。谁给谁道歉？这谁都行啊！对，刚才这几个小节目啊，脍炙人口。对，但是呢，观众说，哎，特别想听高老师的节目啊。人家哪有这个反馈，啊？我看出来了，他们都显着，啊。你看，谢谢您啊！鄙人才疏学浅啊，也不会什么绝活，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啊。那还道歉不道歉呢？欠咱就不道了。我给您那个什么吧，唱两句，唱一句快板吧啊！一句啊，小小的毛猴胆量高，一个跟头不见了。谢谢大家。给您道歉，祝您晚安啊！没看见玻璃就碎了，儿啊，就指着你了。让你们看看我们大少。哎，我先跟您道歉。不，咱们不能指着道歉活着啊！这都是我安排好的。哦，大少出场前面我都不让他们好好发挥。好儿子，就得看我这一下了。来吧，说天气。我先跟您道个歉吧，行，挺好啊。嗯，还得是个郭麒麟这个节目言简意赅啊。那倒是。哎呀，您也看出来了啊，这个能折腾那几个人没在这儿，这都是沉稳道歉型的演员。嗯，来吧，都往前站着吧，往前站着吧啊。这样熬出来了是吧？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日月穿梭催人老，带走世上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将军战马金火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还是老习惯。我盼着亲，嗯，哎，何必手足做仇人呐？争名夺利有多少载？看罢新坟，看旧坟，要说亲，嗯。观众们亲，哎，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艺人。错日天底下最快乐的事情，对啊，尤其是跟我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你看这个，您别把我都说一块儿去，您这。
争嘴，你知道吗？我争这干嘛？谢谢您啊，这是卖不出去都给我了。好，谢谢您。又挡着那边那几位啊？那看得见吗？还看不见吧？看不见，我给挪了。哎呀，活该啊！谢谢谢谢，别花钱啊！真的，我谢谢各位，您来捧我们这就了不起了。您再花钱，这也拿不走，真的啊。您还要干嘛呀？拿走搁家有两天，你就坏了。嗯，我下回在这桌子上我弄一个二维码啊。嗨，哎，您打着过，你不用看我，你就一随便一扫就行。谢谢吧啊。嗯，这个看着郭麒麟他们长大，我还是很感慨的。是吗？啊，我认识谦儿哥那会儿，我们都小孩儿呢，还都是啊。对，刚才在后台看他这白头发，我真是，这是实话实说，你有点难过。这就有白头发了。啊，那会儿那多嫩啊！嗨，您哪儿年轻、啊，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啊！您可能也是太使劲了。嗯，真的啊，就是那会儿小时候，你看我呀，就属于自来舅。什么叫自来舅？你看我今天这样哈、啊，我十六就这样，就长这模样。十六、十八就是老气横秋。哦，啊，到现在五十了，可能还好点儿。哦，人家没有，人家打小那个嫩啊，年谁没年轻过呀？我印象最深，他大概十八九、二十郎当岁那会儿，嗯，哎呦，头发梳的还抹那个发油那个玩意儿啊，穿个橘黄色的这么一个皮夹克啊，对，有，哎呦，那个嫩站在那儿就那个骚，我靠，哎嗨，您这什么形容词啊？这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我这份心情了。哦，就现在回头一看，跟老大爷似的。不就是老大爷了？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啊！都埋眉毛上了。不是土埋什么？土埋半截了。土埋半截的人了。对了，人是反着埋着啊。好的，我埋了，这是好在啊，后台的孩子们都长大了。对，那会儿来的时候，你看一个个的，嗯，小不点儿。对，现在啊，都成家立业，成才的。后台一聊天，好，这三十八，那四十二了。是，我都感慨啊，我你都这么大了，嗯。师傅，我都来二十年了，你看看那个师傅，我来十八年了。嗯，感慨，多好啊！岁月穿梭，催人老啊。是，我跟他们说，好好努力吧。嗯，好好说相声。对啊，说的好了，你就是相声一哥。哦，说的不好，嗯，你就是相声一哥们儿。哎，一哥们儿，差不了多少，差多了。是一哥们儿就跟着大伙儿一块混了，就嗯啊，就这努力。是干这行都得有野心，出人头地，对不对？嗯，就是我这成为挑梁的角儿。对了，我这能干商演，成名成家，全世界巡演。是，我得红，我得好。嗯，家里人跟着我过好日子。对，得这样，谁不愿意这样？你不能说我就这么混吧？啊，反正庙会有我就行。哎呦，对吧？我呀，明儿先演一怀柔，后天演一大兴啊啊！我演永定河演，对，是吗？没听说，你说就这段录音单独拿出去，大伙儿都纳闷，为什么会乐呢？嗯，就得听我们前面那段。对了，所以说看德云社的节目，就这个毛病不好啊。是啊，单拿出一个来，您未必明白。干了这么多年，其实很熟悉观众，是也很熟悉我们这个行业。嗯啊，让观众喜欢你其实不难啊、四个字叫雅俗共赏。我们经常说这四个字，太雅不行，太俗也不行。对，哎，有时候相声是俗文化，嗯，承认吗？承认，是通俗。对，不是低俗，嗯，是通俗。对，你雅，你说你能雅到哪儿去？嗯，对吧？有时候有的朋友愿意跟我们说必须要雅，是雅代表着高尚，其实不准确。不对吗？哎呀，艺术是包罗万象的。嗯，你在雅，在艺术行业里边，你雅不过昆曲。哦，昆曲很雅。昆曲当年太雅了，还有比昆曲雅的吗？是吗？清朝的时候，那都是老学究，那念书人、做官的，捧着康熙字典听昆曲。哦，现查。他每一句话、每一个唱词，他都是典故。哎呦，你不看，你根本就查不出来。引经据典，太雅了。嗯。乾隆四十四年的时候，哦，啊，北京城就是唱高腔。唱昆曲，是那会儿没有地方戏。哦，四十四年，乾隆四十四年，有打外地来一个唱地方戏的演员，叫魏长生。哦，资料记载他唱秦腔，到北京这一唱，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哦，场场爆满，嗯啊，导致昆曲没有人看。哟，这后来唱昆曲的人找清政府到处出告示，严禁魏长生再唱。哟，愣把这人给轰出北京去了，不让唱。打那起，大清律写上了，嗯，必须唱昆曲，嚯，唱地方戏算违法。哦，哪说理去？嗯啊，那会儿清政府提倡必须要雅。啊，唱昆曲要听昆曲，嗯啊，当然这是乾隆44年哦，乾隆55年，乾隆过生日时候又，嗯，号召天下所有唱地方戏的，快来吧，给皇上祝寿，哦，就全来了，哎，北京城遍地都是戏台，嗯，大的西直门桥以外都是，哎，全国地方戏进北京轰动天下，把昆曲打败才有的京剧，嚯，哦，这在中国戏剧史上这个故事叫花雅之争，哦，你看有大清律给你背书。嗯，有清政府给你撑腰，是昆曲也没打过京剧，你看看这个就是说雅到极致不风流，哦，太雅不行，嗯，太俗也不行，怎么太俗倒不行了呢？于老师一上台把裤子就脱了啊，那是不行，不像话，那可不吗？嗯，哎，好，谢谢大家啊，好，稍等稍等，什么什么稍等，今天的观众这素质有待提高，我老觉得这就不是演员的问题，这是观众的问题。所以说要雅俗共赏，是吧？怎么能雅俗共赏呢？嗯，于老师脱了裤子唱昆曲，嗨，好家伙！我是给大伙儿举个例子，讲清楚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哎，对，不是真演，啊，这个，这就说明，比如一个人，这人太脏了也不行，嗯，太干净也不行，是吗？有的人洁癖啊。别提这个了，早晨起来，别提这个了啊，是不是？嗯，人生活在世界上、社会上，什么事情都要接触。哎，您就说什么叫雅俗？其实按我来解释，嗯，就是个合适。怎么叫合适？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啊，啊，今天啊，什么电视台录像了，是或者底下坐了好多领导，嗯，这个说相声他灵极了，怎么呢？他就知道说些。什么适合今天的话？哦，明天你给他搁到村子里边，嗯，上村子里边庙会上说，他灵极了，哦，他知道什么话应该在庙会上说，哦，这就叫雅俗共赏，是吗？哎，你想一想，您比如说那个维也纳啊，唱音乐剧《金色大厅》，哎呦，您在金色大厅那儿说一相声，嗯，跟您在永定河边上那儿说一个，我永定河不赶紧洗裤子就甭说了，嗯。不会一样啊，那是不一样啊，合适就好，哦，这么叫合适，合适就是雅俗共赏。你这我给您换个讲法，单讲。比如说，于老师，啊，是，于老师出去吃炸酱面去了，哦，北京炸酱面，各位您都去过，是，那里边一进去那个氛围啊，跑堂子伙计嗷哇一叫唤，大伙儿跟着一吃一喝，那个感觉你就觉得，哎，跟我吃的面条这是一回事，市井文化吗？你看啊，于老师，带着个女朋友吧。我这岁数了，哎，这你这一想就想那么龌龊啊，这有什么不是就假设的一个人嘛，哦，虚构，哎，不是您现在的于谦老师，哦，哎，去年 啊，去年那也不成，于老师带着女朋友吃炸酱面，就这么一说，一进门，嗯，人家伙计他不都搭个肩膀毛巾吗？哎，对，来了您嘞，手巾板吗？哎，于老师来喽，是是是，快坐您嘞，哎，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面啊，都这味儿。这个两碗小碗干炸，知道？小碗干炸，对，这个是术语啊，外地人不懂。哦，什么叫小碗干炸？你上炸酱面馆，他那大锅炸了一锅酱，是这一锅酱能卖800碗，嗯，那个不讲究，讲究的是小碗干炸。怎么说呢？我要三个面，三个人吃三碗面，嗯，每一碗的酱都是单独炸出来的，哦，就是为了给你这碗炸的，嗯，哎，这叫小碗干炸，是，其实就是单做的，哦，不是那大锅里蒯出一勺给你放里边，哦，这叫小碗干炸，哦，哎，两碗小碗干炸，多好啊，两样面切条，嘿，我要青豆，嗯，多来蒜，是，两瓶啤酒，10个大腰子，我做您嘞，好家伙，我还真能吃，我这，就说这意思啊，对不对？你坐在那儿，你俩人包着蒜呢，聊着闲天啊，是，你会觉得这个气氛很融洽，不违和。但是你要换一个环境，你跟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换什么环境跟这不一样？比如说您带着女朋友，您到这个奢侈品店，哦，上那儿逛去了，对吧？嗯，跟这女孩于老师的女朋友，老提这女朋友，啊，不是虚构的吗？玉谦儿，嗯，谦儿哎，哎，
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嗯，我哪儿勾搭这么一大娘们来？这是什么味儿？这这是高峰他三姨。呵哈，别提他了。嗯，钱儿，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个表。哎，对，你给我买个包。哎，这女的会赶折。哎呀，买个包啊！于老师，行啊啊，对我那么好，给你买个汉堡包。哎，汉堡包啊。啊，你这个人讨厌啊！哎，卖快那个表，哎，对，卖手表，几十万的那个表，嚯，还有价！哎，于老带着他，带高峰这三姨啊，啊，俩人呢买表去吗？是啊，就奔 Seven Eleven 了。我那儿有卖，那儿有卖表的吗？那个，我觉得挺洋气的名字。嗨，不是奢侈品啊？没有，买包去，买包得上那个店啊。对，俩人就奔新发地了啊。新发地有卖包卖表，有个物美超市是吧？卖那更还不如 Seven Eleven 呢。我不懂啊，因为这三姨跟你走了，我哪懂去？嗨，就是奢侈品店，俩人手拉手，嚯，奢侈品店哦，奢侈品店那个服务员人就不能跟那个炸酱面那个跑堂子似的了啊，肯定有区别了。买人家穿西装打领带啊，嗯，先生好啊，于老师您好啊，认识。请坐啊，谢谢啊，啊，您是来看这款包的吧？是啊，这是今年秋冬的新款。哦，配上秋冬季的短款貂绒外套，非常得体啊。哦，回头喊着同事丹尼啊，把这包拿来，让于老师看一下。哎，我你坐在那儿也俩跟真事似的。那是俩人这装的，哎，跟那正式两口子似的。哎，这嗨，这环境这个气氛他都对啊，这就叫合适。哦，这就合适了。你炸酱面馆弄得跟奢侈品店似的。不行吗？好家伙，您俩人领着手一进炸酱面馆，有身份这样。伙计打领带过来。对呀、于老师您好，认识，欢迎光临老北京炸酱旗舰店。这还有旗舰店，这是今年秋冬季专用炸酱。是啊，配短款两样面切条。哎，对，那倒是长不了。丹尼，嗯，把那个限量的独头蒜拿来，让他嚼一下。哎、嗯，那就不合适啊。那听着也别扭啊。啊，你这个。这你比如说你奢侈品店跟炸酱面馆似的也不行、那也不成吗？那是啊，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啊，我们上奢侈品店啊，你给我买个包 啊， 啊，走吧，他三姨啊啊，俩人去了，一进门奢侈品店这服务员搭着手巾就过来了啊，来来来，是啊，于老来了，哎，认识，哎呦哎呦，欢迎大娘们，嘿，什么话呀，什么话呀，哎呦喂，这可不赖呆哎！不赖呆像话吗？比那天那好，今儿有头发。别说了，哦，太好了，您快坐，快坐，快坐啊！赶紧说包。给他买包是吧？可不是吗？来着了，今天新出的，倍儿好，倍儿好，就是不好卖啊！是啊，我们掌柜的急坏了，又上火又窜稀的，是吧？什么话这叫？二秃子，二秃子，二秃子，把这包拿来让于大爷搂搂嘿。哦，哪于大爷？你看，就勾着大娘们那个老于。别说了呢。这好听吗？这个你，这就不合适。他太不合适了，这个对吧？啊，所以雅俗共赏其实就是一个合适。您说这还有一定道理。合适的场合用合适的技巧、哦、说合适的相声给合适的观众听，哦，他就会有合适的效果。说的对，就这么简单。是说相声首先得是个心理学家呀，还研究心理学啊、哦、我们净研究人了是吗？就这么研究还经常人弄里边，我嗨，不研究的不透吗？是吗？心理专家哦，做相声不容易。举个例子各位啊，嗯，你看有一个北京小吃，嗯，叫卤煮火烧，有人爱吃，嗯，就是猪大肠嘛，是也有小肠的，对，反正是猪肠子，是猪肠子，有爱吃有不爱吃的，因为它原来是装辣子的，说白了就这么回事，可不呗啊！炖吊子，啊，那都是那玩意儿，对吧？嗯，九转大肠，是的，红烧大肠，是，这个大肠原来是装那个的，嗯，洗干净了你就吃，哦，你那饭盒装完那个，刷干净了盛上饭你也不吃。哎，你琢磨有点道理哈。你想去吧，啊，对不对？嗯，哎，来盆水，嗯，我这洗完脚了，啊，于老师来您洗脸吧。我准不干，多新鲜！洗脸水让他，跟洗脚水换一下，他接受不了。对，郭德纲你怎么这样呢？嗯，洗脚水怎么能洗脸呢？就是不干，嗯。可是您到了游泳池，你还撒猛子呢。
哎，我怎么没想到这事儿？你这玩意儿就是我一个人洗脚，那水不行。我有洁癖，嗨、哎。咱得讲理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嗯，那么些个人，老的少的，在里边泡脚，嗯，对吧？他又不会游的，他净剩跟那泡脚了。啊、嗯，啊，您还往里边哇、哦、下去，还，哎呀呀呀，别提这个。你怎么愿意呢？啊，对不对？嗯，说这俩人搞对象，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嗯，说一说不行，哎呀，一分钟跟你都待不了，我忍不了你，我必须分手，我忍不了，马上就得分手。分手，马上就得分手。对，一分钟忍不了。对了。可是你上班你也不爱上班啊，嗯，你怎么能忍呢？因为给钱了，你就这么点区别吗？是不是啊？就咱就得琢磨，就得研究，把它研究透了，其实是研究舞台和人物心理，这对，这个非常重要。嗯啊啊，一路玩意儿惊动一路主顾，一路宴席款待，一路宾朋，哦，大饼卷一切、嗯、万物皆可天妇罗，这什么玩意儿这？我都没听说过，这是这句是我设计的。哎，实话实说，说相声其实挺好玩，真的是吗？干完这行，别的你都不爱干，这行有意思，你可乐呀，是不是？尤其站上台上，说点这个，说点那个，这我挺高兴。是你挺高兴那是？当然了，嗯，有时观众也爱说你们那小孩站台上说那话不像人话，是吗？您多必屈。哦，哎呀，您多包涵。嗯，我们这行有一特点，是先学吃饭，再学养家。怎么讲呢？八岁的孩子站台上说相声，他不能说跟五十岁这俩老油条似的。嗯，小孩有一过程，他站着还害怕呢。哦，他得先说点那皮薄馅大的。嗯，观众一听乐了，俩孩子，哎呦，乐了，今儿死不了了啊！能上来，能下去。在演出的过程当中，逐渐有知名度了。嗯，他自己考虑那句话不能说了。哦，你说不好听，不干净。嗯啊，我说那个，你台下那几个大美女这样看我多难受啊！你看，他就知道要好了。哦，要脸了，哎，他就慢慢的调整节目了。嗯、这是个过程，是。所以您各位也得多包涵。哎，这个没有办法呀，嗯、都得练嘛。啊、就是啊，慢慢的他就爱惜羽毛了。哦，当然了，爱惜羽毛的前提你得是只鹰。啊、哦，你要是个胆子，你就别费那劲了。嗨，别爱惜羽毛了，那啊，他爱惜个六啊那个啊。是不是？所以说说相声既简单又复杂，嗯，都不容易。你站着蒙，怎么也能蒙下来啊！要想好，那是另一回事。对了，对不对？就跟你看，我跟于老师，我们说相声，我们非常熟悉的掌握这门艺术。干别的我们也不灵啊，我们干这年头多呀、啊，对不对？就跟说相声似的，全国这么些说相声的，他有挣钱，有不挣钱的。嗯，那不挣钱怎么办？那就得从专业上找。哦，那郭德纲，哎呀，郭德纲，看见人家同仁堂挣钱了，我也开药铺。是我开多少个药铺，我有信心，我有信心管什么用？谁敢来吃啊？嗯，对不对啊？就跟说相声似的，咱们要对门说相声挣钱，咱们不挣钱，人家给于老师勒死吧，挂在门口讹他。啊、是打官司咱能赢，给咱赔500块钱是吧？我就值500块钱呢，您这把我给豁得太狠了，您这主要是这主要人家嫌你脏，哎、就到500了，玩笑说玩笑。其实要谢谢各位观众，是您大伙儿对我们的宽容。是我们这个能力一般，水平也有限。嗯，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了，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啊。不吗？嗯，你们不能这样啊！倒霉倒霉你们身上啊！啊，这前两天于老师那个单飞就够我们受的了啊！别提这个了，但是也挺好的。怎么呢？也挺好。你想啊，你想这个道理、嗯、啊。网上好多人自媒体人都写于谦怎么能怎么着。嗯、我挺高兴，其实。怎么您还高兴呢？一个演员，如果连自媒体都不愿意给你编故事，你一点价值都没有。那也倒是，你看，好去吧。反着想，你不值钱哦。人家编你，然后帖子沉了，你有意思吗？是吧？嗨，哎，非得写于老师单飞了，于老师一算。你要飞你走你的，哎，我替你照顾家，好吧、你不用，不用。一说他单飞吓我一跳，我以为人家看出什么来了。哎，什么乱七八糟的，还得回来说相声，这是根儿啊。别的咱们也不会啊，可不吗？相声演员4门功课，叫脱鞋上炕。哎嗨、
一个都不对，说学逗唱哪有不知道的，观众都知道。对了啊，你说这说学逗唱人觉着没有意思，人一听上炕都坐起来了啊。哎嗨，说学逗唱没错，说嘴里得干净，学各种模仿，哎，逗相声的最重要一点啊，乐。听相声为什么呀？听相声为的是开心，图个乐。哎，如果开心之后从你的故事当中能够有一个地方让他觉得有意思并且值得学习啊，哎呦，这个就很棒了，不错。他这故事里讽刺这个人不好哦，我们得摒弃这种坏习惯，是不做这种假洁癖啊。嗨，就摒弃我这是，这就很好啊。但是你不能一上来就是我要教育你，嗯，你得跟我学好哦啊，你如何如何？人家大老晚上上这听相声图一开心的啊，疯了，让你数了大儿大女似的啊，没有意义。对，还有这个唱。唱呢？唱分两种，嗯，一种在学里边，一种就是我们的唱，哦，太平歌词啊，这是本门唱啊，嗯，太平歌词现在观众都很熟悉了啊。过去有一段时间，太平歌词挺不值钱，是吗？因为它旋律简单，哦，啊，嘿，好家伙，吓我一跳，嗯，你活了活不了，旧社会，你看那个连拉洋车的，嗯，啊，摆摊卖糖的，嗯，都愿意唱这个，他们都唱。哎呀，太简单了，是吗？啊，就是因为简单，后来但没人听，也没人唱。那您给唱几句啊？我唱几句，你们听听，好不好？哎呀，唱一什么呢？你们大伙儿点一个，嗯，这个状态就跟站在怀柔大集上似的啊。我这负荆请罪来。嗯，好，行，嗯，喊了半天也没喊出明白人来啊。是，我给你们唱几句，有一个太平歌词叫《满江红》，唱几句你听听，哦，好不好？好，嗯，西子湖畔草青青，千秋景仰五木岭，都只为金兵占了中原地，劫走宋帝回亲二宗，有你马杜康王徽宗继位，那大好河山一旦坑，岳鹏举会师北上，迎儿胜则秦桧，里通外国他要害英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台王宴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愁，不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他长居踏破火烂山缺，壮志饥餐葫芦肉，小叹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去。好，满江红，哎，这还真新鲜，啊，这个呢就是说相声就必须要会的，嗯，太平歌词是除了这个之外再唱什么都归在说学逗唱的学里边哦，啊，学个什么吆喝呀叫卖呀小曲小调，嗯，地方戏哦。这个呢我跟后台的孩子们我也说了，嗯，我说你们唱啊就摘自个儿适合的。怎么叫适合？不是每一个人适合所有的曲种和唱法，是吗？你的发音位置你的习惯都是哦。你看我有一徒弟叫张云雷，这你们都知道哈，啊啊，张小辫儿，他打小跟着我，嗯，太平歌词一句句教的，嗯，包括我给他摘的，嗯，评戏你比如唱个乾坤带呀，啊，唱个什么的王少安呐，啊啊，对呀，啊，京剧唱个锁麟囊，他也爱，他能接触到，他在天津北京，因为他唱锁麟囊唱的挺好，确实影响很大，是，还有好多观众捧，哎呀，说我们听锁麟囊是这个张云雷给我们带起来的，嗯，这话咱也对也不对，是，啊，确实他影响挺大啊。但是也有人说不对，嗯，我听锁麟囊的时候他还没张云雷呢，
嗯啊，这个很正常，啊，很要有人跟你这么说，你就跟人说，对，你说的对就行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个，哎，就说别抬杠，别抬杠，啊、可 不抬杠，别抬杠。他唱的挺好，他适合这个。嗯，后台有几个孩子找我，你孟鹤堂，嗯，烧饼，嗯，张鹤伦，啊，鹤伦，这仨东北人，是不？哦，又要唱锁麟囊，嗯，我唱呗，不会，啊，让您教，不会听去，哦，听谁？哦，你听张云雷就行，嗯。不，听他我更唱不过他了。嗯，我说你没有必要跟他去比。是啊，对不对？你各唱各的，有你们的特点。对啊，就想唱锁麟囊，那就唱呗。先来头一句试试啊！啊，我唱一个来，嗯，春秋亭啊，对，春秋亭呗啊，春秋来唱春，你看，嗯，春对啊，春啊，春对春，春哎。我说你这不要命吗？啊，不合适，唱不了。就照你们这个，你们就按照方言唱就行。啊，有方言的这个吗？春秋亭外风雨暴，嗯，何处悲声寂寥寂寥啊！啊，隔帘看见有一个大花轿，嗯，想必是结婚都鹊桥。嗯，今日良辰这旮旯当欢笑啊！啊，为什么在那儿一劲儿的放声号啊？哎呀，回头我把梅香叫啊！哦，他要是再好，我把他挠啊！哎，这什么呀？这是？你别费那劲了 啊！好好唱二人转，比什么都强。对，哎，那倒是。他有个合适啊？对，他们就合适那个。不合适不行啊，对不对？嗯，你看我跟谦儿哥，我们小时候学这个有关唱戏的时候，我们都专门找那个专业老师教我们。他有培训嘛？那会儿小的时候，我们在曲艺团学员班。是啊。啊，说学京剧了啊，送到京剧院去。那时候真下功夫。谦儿哥送了京剧院去。我喜欢啊。哎呀呵，他打小他就是他玩心也大。嗯。你说斗蛐蛐啊，喝酒啊，聊京剧院的老头们多爱他。啊，这都能聊到一块儿。哎呦，烧锅炉的王大爷，扫地的赵大爷，嗯，啊，弄抬毯子的李大爷，做饭的孙大爷，一个唱戏的都没有啊，合着全是打杂的。爱他啊！我那会儿爱唱评戏哦，就给我送到评剧院。你学评戏？那就小姐姐们是唱花旦的，唱青衣的，二十来个小姐姐就把我围上了，就嗯。早知道我也学评戏呀，你这，就为了学艺术啊？那当然是啊。但是他会的，没有不会。都唱过几句，像我们这法儿，就说这京剧、评剧、梆子拿起来就唱，啊，你给大伙儿唱两句吧，好吧？谁我呀？我可不行，要听唱还是您唱？你看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唱几句，好不好？一块儿唱什么？哎，好不好？哎，我们有时候后台唱着玩倒是老唱，嗯啊。评剧有一出了不起的叫《刘巧》，这您知道吧？嚯，那是现代戏里有名的。咱俩把那对唱那几句唱上。唱几句行啊，我唱赵柱，您唱刘巧，唱刘巧，好吧，我给您搭个架子，哎，好极了，好吗？就听于老师，我这个不重要，哦，不是，主要听，哎，您客气了，您来，嗯，一见大婶儿扬长去，众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做事太无礼，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叫巧儿，我对不起你。咱们俩谁跟谁，何必太客气，王寿昌明天他要把我娶，咱到村子里边解决问题，村子里万一是不同意，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县里头还是不同意，咱到省里头解决问题，省里头一样的不同意，我把你卖到了红灯区。哎，有这词儿吗？这个什么词儿啊？您这哪这么些个不同意啊？忘词儿了吗？刚才就几句吗？啊，你看在这几句听着谦儿哥唱的味儿好，下过点功夫，味儿好啊。你看这个唱评剧就简单一点，是要唱梆子就难了，梆子不容易唱。哎呀，梆子那个发音位置不一样。是吗？我小时候唱过梆子。哦，唱了，唱时间不长，我就不唱，太难受了。您现在您得唱。不是，他关键你唱梆子，他更讲究是用丹田气。哦，这一出梆子唱下来，小肚子疼。发音位置好，这不一样。你唱评戏，你唱两天你都不累。这梆子什么味儿？啊，那边梆子，啊，你包括唱老生啊，他男老生、女老生还都不一样。您试试啊啊！你看，比如要女老生，女老生他调门又高。哦，您唱，你看，我的儿啊。
倒是发音位置不一样。嗯，通透，调门又高。您再换一个。哎，但是要男老生就不一样了。男老生呢？男老生他没有这么高。是啊。所以说他经常就是半说半唱。那您看王庆林、银达子先生那个，他那个位置找的压低一点，你换一个。他是那种啊。是。可说是我的儿啊。非要听。还有一个那个爷爷说孙子的，我就不听了，不听了啊。嗯，爱什么内容都成，不听了。你看这就不一样啊。所以地方戏我还是学过，是吗？但是我最出头的呢，唱歌，歌不爱唱。我问过好多唱歌的朋友啊，我说你看我为什么唱不了歌啊？人家说你呀，净唱戏了哦，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各种小调你都唱。是这个唱歌的时候呢，你。因为你熟练地掌握了那些传统的技巧哦，所以你唱歌大伙儿一听就是戏味了。是是，你得把那些全卸下来。嗯，但是很难，列位，你下那么长功夫了吗？也好，费这么些的，就好几十年了，就会这几个歌，没有一个是人味的。是吗？会哪歌？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唱在这里，没有，不错，错玩耍，没有，错了，错了。哎，怎么了？词儿错了。哦，您说说，我爷爷小的时候。对呀，对对，他看谁唱，你知道吗？这玩意儿没有活词儿的，知道吗？啊，唱就老学着，还跟唱戏似的。啊，我唱的最好的是那个《大约在冬季》。嘿，那您唱唱吧。轻轻的，嗯，我将离开你，嗯，请将眼角的泪拭去。耶，嗨。唱成什么味儿，反正这是准的，对不对？来，会一那个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哦，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啊。嘿呀，我以后不跟唱二人转的妇女们一块玩了，嗯，啊，直追张鹤伦，嗯，这都他们教的我，嗯嗯啊，我后来学了一个那个歌，倒还挺好，又学了，嗯嗯，哪个？那个什么？菊花朵朵开，是这哟，不是，哎，不是菊花，什么花？茉莉花不？啊啊，桃花，桃花朵朵开，桃花朵朵开啊！这个我真下功夫学好几天，嗯，来，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嗯，等着你回来，看着桃花开，得了没有人要了啊？得了没有？哎，啊，您彻底串二人转去了，这回。怎么唱怎么唱，我哪会呀，反正我唱这个都差着啊，都差着啊，所以说我就玩命，人告诉我你就玩命听哦，想唱这歌玩命听，就听这一个人的歌，哦，你可别逮谁听谁啊，哦，就听一人，听太杂了容易串，是吗？有一个歌你要唱会了你就都会了。哪歌啊？我这个报告大家，这两年没出了演出，我真是学了一个歌曲好害羞。这是学了一歌曲还是学了一唱歌曲的人？不，哎呀，这话说的没有毛病啊！我学的是那个谁，学的王菲。啊，您谢谢各位，我学就王菲。王菲，我但是我还不敢唱，我老爸不对，干嘛不敢唱啊？您得练啊！你们对王菲都熟悉吗？啊，要有不熟悉我就好一点 啊！不，您真学他了，啊，真学他了。那您给我们唱一下，怎么？今天是一个好机会啊！啊，学一下大家啊！我学一学王菲啊！我不知道您哪位是他的歌迷啊！啊啊，好好好，谢谢谢王菲，来来来，我有时间不唱这个，来看看。哎呀，先到一会儿，哎，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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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您这是王菲呀？王菲呀？王菲不这样。哎，戴安娜王菲，嗯啊，就是撞死那个。行了，是高高兴兴的说相声，你就恢复了。您各位快快乐乐的听相声，多好！我们也干不了别的。是啊，这我打七岁学评书，九岁学相声，你看干了好几十年，这个做科嘛啊，我算是七岁就，您是哪年打小？我十二岁，你看他十二岁出马，对啊，我出马像话吗？叫什么？那杀敌去了，我这不是那词儿叫什么？那叫出道，出道，对，他11号，十二，他十二出事儿，怎么出事儿了？我出什么事儿？出什么？出道啊！出庙，十二岁出庙。
我说你说不对了，说不对，就十二岁干这个，对，学这个了。这一晃多少年了？是我们俩这个交情很独特，是吧？因为我师父跟他师父那会儿说相声就是一对儿，哎，就是搭档。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哎，他师父是吐鲁番，哎，吐鲁番。一说侯耀文、吐鲁番，这大伙儿都知新疆去了。您这个，可是您师父怎么？我就是石富宽。啊，折口倒是对你这，行，石鲁番，嗨，石富宽，石富宽，您这时候呗，挺好啊，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对了啊，老哥俩一块说相声，是到我们小哥俩也一块说相声啊，就是父一辈子一辈。我听了一消息啊，说您单飞了，那都是他们传，哪有单飞呀？这个。前些日子啊，于老师拍戏去了，对，结果我们那几场演出于老师没参加。是我一上网一瞧，人好多人都说于老师已经单飞了啊，他们瞎传。嗯，我就劝自个儿千万可别说话。您要说话，你看于老师啊单飞了，这开始来一回。是我要一解释人家啊，郭德纲昨天说什么什么，又一回过两天你参加演出了，人家哎于老师出来了，一个故事能吃我三顿。所以我不能搭茬，不能让他们吵这个。于老师不是那个单飞的人，哎，怎么那么别扭啊？这话，喂，您就别说这个了。因为我们哥俩这个，我们两家好的都不能再好了。是是，我们两家这是一家人，几乎算是对吧？嗯，我们哥俩合作得有25、26年了，得有吧？差不多。25年，嗯，我认识嫂子也26年，等于是，是吧？你说比我还早一年呢，您这个就说咱们这个交情，这骨肉一样，啊，咱们是一家子。我说相声台上站着谦儿哥，我心里特别踏实。啊，这搭档吗？每一句话不会掉在地上啊，都能接上。哎，就好比说，夸我有一盘子，啊，我往哪儿扔，他都能过去。也别扔太远。没有这么打比方的，您这就是好哥们儿好成这样，是吧？其实最让我敬佩的是谦儿哥的人性，哦，我人品好，合作好几十年了，没翻过脸，啊，我们没红过脸，没有说哎这吵架闹什么，从来没有过啊，不拌嘴。你们是不了解他，为什么说谦儿哥有时候一说还出去喝酒去了，一天赶八个饭局，嗯，就是因为人家这个人缘在这儿，都是朋友嘛，没见过这么好脾气的人。是吧？真的啊，我就亲眼看见过啊，在德云社小剧场演完了，晚上11、12点了，嗯，陆陆续续往外走。哦，于老打我们那后边小胡同那儿，嗯，下来一走，对过来4、5个大高个，哟，走了谦儿跟前儿，啊，就打上了，给一大嘴巴，咣，还一拳，啪，一脚，啪，还打，摁住脑袋，呸，干嘛呀？这是，怎么那么恨我呀？这个打了40分钟。哎呦，最后这帮人给于老师搀起来。哦，哎，于老师，那你是搀起来，已经起不来了。哎，为首的这大个儿拿手一指，嗯，你看怎么样？那儿有摄像机，做节目呢。哦，你看于老师，做节目呢，没事儿。我也太浪了吧！我这个做节目就愣在打40分钟，我就不愿意。不是。品性好，我这有点过分了，我这个善良，是善良啊，嗯，这回又跟谦儿哥站在一块儿，我这种高兴是你们体会不到，都一样高兴，真的，我发誓，怎么着，我立个 flag， 您这怎么了 ？flag， 我不懂，我不懂，哎呀，啊 ，flag 你不懂啊？啊，您解释解释，我也不懂，嗨，不懂，您瞎说什么呢？就好像类似启示吧，是那意思啊？啊，我看人过生日经常点上蜡烛啊，起个誓吧。这没听说过，得许个愿吧，人呢，起个誓干嘛呀？哦，我以为就是闭上眼起誓啊。许愿，许个愿啊！您先说这 flag 是什么玩意儿 ？flag 也是立一个标杆啊。flag 就是，我看 flag， 国内哪个省方言好像都有这个哈？怎么呢？是吧？北京人 flag 啊。哎，我还岳云鹏也说啊，我立个 flag， 哎，
这外国人来都听不懂、啊、反正就是又不要起个誓了，您就说您要干嘛吧，给自个儿立个标杆。什么标杆？就是这次跟于老师又能在一起说相声了，是春暖花开万事如意、哦、这次我在台上我决定我再也不提于老师的家人了。哎呀妈，这可不容易你看。哎呀，我这心里痛快，不该说的不说了，这就对了，不该提的不提了，那好，不该去的地儿不去了，早就应该，谁再去谁是小狗，这是 flag 了，你好不好？哎、嗯，我不会再提你父母了，哦，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了，您错误，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您的父亲出现的次数太多了，那倒也是，他也不怨我，关键是你说说谁，哦，说别人人家不得弄死我是吧？就剩我了啊！你说只能说自己人、啊，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不行吗？这就很难。要不以后就每次演出之前，观众们你们自个儿说啊，我说我爸爸吧，哎呵，然后你上我这来立个 flag， 哎嗨，我给你来蛋糕，你起个誓，保证不翻脸，我就说你。别提这个了。也确实有相声界的前辈指责过我，说过您吗？你干嘛老得提于谦他爸爸呀？哦，有中国相声150年了、嗯、你听着还有谁提过于谦他爸爸？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他们这谁捧哏提谁爸爸去啊？哎，人家不是不懂，人家就希望我好。哦，劝过您，但是他们是不了解、啊、我上于家去，其实我们好着呢，是我们两家很好，人家家里边那个他老爷子他母亲人家没拿这个当回事儿，他不往心里头去。去老爷子还问了，你是又提我了吗？哎，也没有这么欠的。还问什么？还问？有新作品吗？我又叫什么名字了？没听说过。我又换新的工作了吗？别打听了。嗯，那个老爷子，我说句实话，我看见他父亲跟看我亲爹没有区别，就是好奇心有点强啊。嗯，那他们老太太也是，就跟我亲妈一样，是吧？老太太哪儿都好，我每回就是，嗯，有时候他们弄点什么就对身体有好处了，什么补品，我就告诉我给老娘拿去。哦，老太太有点贫血，老惦记啊，别的没有，老太太太可爱，是吧？贫血，我得吃点补血的。嗯，没事就吃枣，枣补血呀、啊。血哎，嗯，血豆腐啊，这都是啊，红果，啊，哎，吃红果。对对对，那个什么红瓤的那个白薯，啊，这红色据说都补血、哎，火龙果。啊、哦，那也补血。哎，啊，供关二爷啊，供关二爷，反正这沾红就算呗，是吧？啊，他太迷信了，这就这么个可爱的老太太。哦，他爸爸更可爱，是吗？我是不能说呀。您还少说了，您刚还 flag 呢，您这 flag 啊？你们要上家去，你看他爸爸第一眼，嗯、啊，你就会爱上这个老爷子。其实这刚开始，真的。哪回我带你们去一趟啊？一进门你准乐，能瞧什么呀？哎呦，这个老爷子，其实老头挺有身份，是吧？但是在家里边平易近人。那家里边那可不是。你这老头在家，他就穿个小吊带啊，没听说过，老头穿一小吊带啊。你这个人呢，我觉得你有点龌龊了。你我很多时候不是我的事儿，都是对方的问题。是你怎么老头就穿小吊带？我也穿过呀。你也穿过呀？什么玩意？好多老爷们儿跟家，咱都穿一吊带儿，怎么的了？哪儿就吊？就那个白色的啊，这两边有带儿，弄下来。我给你普及一下啊。好的，这叫跨栏背心儿，知道吗？不叫吊带儿，不叫吊带儿。对了，跨栏吊带儿，都跨栏了就别吊带儿了，你不重要。跨栏背心儿，跨栏背心，对，就是你看，哎呦啊，普天下多少个可爱的老爷子，就摆在一块儿、啊，一定有他父亲那样的。哦，平易近人，是吗？啊，我上家去，我一看，好家伙，桌子上放这么一大摞什么日记，写日记，能写日记并且坚持写日记的人都是了不起的，啊，恒心呐，啊，嗯，我说您，咱哪天开始写的啊？87年，哟，好家伙，嗯，能看看吗？嗯，戴手套，干嘛还戴手套啊？戴着手套才能摸他的日记本啊，就讲究，戴着手套拿他的本嗯。1987年，嗯，3月2号，哦，今天开始我要写日记，好，记录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是，真好，嗯，2004年我释放了，我又可以写日记了，我好家伙，这关进去了，这个，就说当这儿就停了这么一段时间，干嘛一段时间呢？不写好不好、啊？不是不写，是因为
工作繁忙，是，都进去了，还有什么？哎，你瞎说瞎，你看，好多话都是你们自己人说出来的，这倒赖我们了。他怎么他父亲有身份，啊，银行行长，是以前做这个工作，一直他爸爸，儿童银行行长。儿童银行行长，对，有这银行是吗？儿童银行行长，哦，每天哎呀，上班的时候老爷子那很认真的，各个部门都认真一点。哦，他还教育，也不要偷懒。是，现在咱们开始演习了。怎么演什么习？银行啊啊！万一有歹徒进来抢银行呢？谁抢儿童银行啊？你看，就说这意思来啊，开始要演习。哦，如果进来人，咱们要先卧倒，好吧？那是。赵姐来啊，躺我这儿来。嗯，孙姐躺这儿。啊，刘姐，快来！哎，叫行了，啊，躺这蹦什么呀？你躺这，我躺你们旁边，你起来吧。这是演习呢吗？这个早晨八点上班，躺到下午五点半。好，上这儿补觉来了。你啊，了不起的老爷子，哎，老流氓吗？这不是？我要去举报你。哎，好，他倒举报我了。哎，我学会这招了。嗯啊，正是因为有这样出色的家庭，是这样了不起的父母啊。才会轰了生了这疯了这个生了才会生了这样的好孩子。哦，就是我。在我眼中于老师没有毛病。哎呦嚯，哎，也不能这么说。还得往回收的那些话。我突然想起来了啊，金无足赤，人无凡人。您就够烦人的，您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无完人，这倒对。于老师基本上没有缺点，但是有一个特点我得说说。那您说没关系。我能说吗？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我同这么些人，这还特点怕什么啊？你看我还没说呢，有人报告去了。啊，不，嗨，不至于。于老师啊，有一个小小的特点。什么特点呢？洁癖。嗨，这个不算毛病啊。嗯，就是我不知您哪位了解这个啊。洁癖就是洁，倾斜的倾，嗯，癖什么？癖好的好，没听说过。洁俩字儿一个也不对。洁癖啊，嗯，洁癖清洁的洁，就是过分的爱干净，那就是爱干净嘛。对着后台，嗯，演出之前吃点饭吧，是也没什么正经，甭管是盒饭的，弄个面条啊，吃吧，吃吧。于老师啊，嗯，只要是拿起筷子一吃饭，是，我就得赶紧告诉周边的人，啊，都躲开那儿，躲开那儿，别过去。好干净，过了人都不成。你往跟前来，他就翻脸了，就急了，就过分的干净。哦啊，怕人脏。你有的时候我不在，嗯，就有那个孩子呢，不知道轻重啊。于老师端着碗啊，正吃呢。是，他过来了。嗯，您吃的什么呀？问一问吗？在别处这个不叫事儿。是，看一眼，您吃的什么呀？看看吗？他翻脸了，我呢？干嘛呀？这是把这饭就扔地上了，不吃了，孩子就傻了。哎呦，我就得赶紧走，赶紧轰走。再告诉你们，去，别来人，都轰开了。是，谦儿哥自个儿这儿，嗯，还运气，走开，啊，不依不饶，嗯，我趴地下吃去，我这叫洁癖呀，我吃地下那个，好干净。这不是好干净，这就是跟狗抢食呢。这是早晨一睁眼啊，于老师自个儿得忙活仨钟头。我都忙活什么呀？这一睁眼啊，起床之后啊，于老师啊，啊，先弄头皮屑。有头皮屑？哎呀，要是有一点儿，这一天就难受死。哦，必须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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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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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你洗一洗好不好啊？打抹干净，前后照镜子。哦，没有。没有头皮屑，这算踏实。行了，哎，然后呢，揉着眼屎，啊，哎呦一个，哎呀，小煤砖了都，哎呀，掏耳朵，啊，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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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忙活这么半天呀，嗯，有一把水就都过来了，咔咔，嗯，掏完了，哎，听见了，嚯，掏通了，他听见嘞，我以前听不见，合着，够行。挤着黑头啊！哎呦，本儿，本儿，本儿，哎呀，挤黑头。嗯，照镜子一看，鼻须太长了，毛。哎呀，哎呀，哦呵，哎呀呵，
我这洁癖是打今儿刚开始的是吗？我昨儿干嘛去了？哎呀，刷牙啊，这是正常的，刷40分钟。好家伙，刷40分钟啊！刷完了拿镜子照着，嗯 ，K 这牙结石。我要天天这么刷，哪有牙结石啊？搓脖子后边这村哎呦，咔！哎呀，咔！这3小时完不了啊！这个胸口这有3粉刺，干嘛呀？滋！好家伙，挤一个哦，滋！又挤一个。这个不能挤，为什么？这还没熟呢，没长白头呢。哎，拿笔写上。嗯，我等你哟。嗨，你跟他拿什么约会啊？跟着找一根牙签来啊，拿牙签嗯，踢指甲缝里的泥。哎，挨个踢，踢干净。嗯嗯，一边干净。哟，怎么？左手有一个猴子。哦，得 K 吃会儿啊。哎。哟，右手有一扁平疣，那怎么办呢？拿小剪子咔哧咔哧咔。你有剪子剪鼻毛多好啊！你这都用不对地方，你这拿粉擦嘎吱窝。哎呀，擦嘎吱窝。嗯，哎呀，我是住在沙漠里头了，就没水是怎么着 ？K 肚脐眼儿，全毛病。肚脐眼儿，给干净了，坐这儿算日子。嗯，哟，怎么3月了？怎么了？该换裤衩了。哼，哎呦，3月一换呐，换上裤衩就觉得神清气爽。嗯、那是，嗯嗯，搓这磕膝盖上这泥儿，咔，磕膝盖都有泥儿搓。哟，怎么这腿上前两天有一口子？哦，这两天长好扣杆了，啊，结嘎巴了，这也得弄下去。呦呵。哎呀，什么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罪受？高兴，嗯，拿小锉锉脚后跟。哎呀，哎，锉圆圆的，嗯，给灰指甲上药，给灰指甲抹药。嚯、哦，抹完了自个儿坐着想，还有什么？裤衩都换了，袜子是不是也可以换？这还想什么呀？直接换不就完了吗？换袜子啊，脱下来的袜子、裤衩叠好，对，放衣柜里头。我。不洗呀、啊，这3月了。3月之后就没味儿了。好，这自然风干。这哎，端起杯来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喝点水。哎，嗯，有问题怎么办？我明明喝了足光散，为什么脚还有味儿呢？嗯，那玩意儿是喝的吗？那个，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我这。怎么个性格呀？这叫哪儿都好，就是有一点点洁癖。我这叫洁癖呀、啊！平时出去啊，你看他们出去吃饭啊，干嘛去？啊、我老劝他们，我说你们别带着去。怎么带他吃饭？他也受罪，你们也受罪。我怎么受罪了？真的、啊，我你看我吃饭，我从来不叫他，是吧？他吃那玩意儿也隔色。我你看他吃披萨，他吃那边儿，哦，那面多；吃包子吃那皮儿，啊。啊，你吃烧麦吃上面这花儿，哇、哦！吃面条得吃粘在一块儿那面疙瘩，煮完他吃那个。我吃俩馒头好不好啊？吃饺子得煮完之后搁2天上锅再腾腾3回都烂了，吃那个。我这什么口味啊？啊，就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各色。但是有时候有个什么群体活动要不叫他，我还受不得。啊，就落下我不行，我就哎呀，哥俩好吗？是是是。那回就是吃农家菜。哦，我心说农家菜我得带着他呀。是，你要说北京城里边吃个川菜、粤菜什么的，这个不叫事儿，很容易。农家菜还好一点，是新鲜。嗯，啊，有点什么拌个野菜呀、啊，新鲜的东西啊，尝个鲜儿的，我就必须带他去。嗯嗯，带他去，其实我挺后悔的。怎么了？他事儿多呀，洁癖啊。好，打进门就问，嗯，筷子干净吗？哦，这得挑一挑。人家农家菜老板啊，您放心放心啊，你有矿泉水。哦。碗干净吗？那也得看呀、啊。有矿泉水啊，是。盘子干净吗？问的，哎，有矿泉水，您放心啊、哦。行，这才吃。哦，吃完了，站人院里边，嗯，农家菜嘛，人家小狗跑过来了，围着转啊，最喜欢小动物，我喜欢这。哎呀，跟小狗玩，嗯，小狗也跟他玩，咬他的裤腿。那是农家菜的老板出来喊那狗，是是，矿泉水过来，
矿泉水，这狗叫矿泉水啊，那干净都是他舔的，是怎么着？十分钟之后于老师就反省过来了。十分钟，狗叫矿泉水啊，刚才盘子是你舔的吗？我问他有什么用啊，急了啊，趴下了，哦，咬那狗去。我跟狗打起来了，好家伙，狗也咬他，他也咬狗，哦，到最后狗都撒嘴了，他还不撒嘴啊？我不服啊。那错不了啊，凭什么不撒嘴啊？我农家菜老板过来赖半天呢啊，才把狗给救出来啊。哎，好嘛，把狗死我手里了啊。起来之后于老师真急了，是吗？觉得不舒服。哪儿不舒服？这个玩意儿，这你说这条件反射吧啊，他马上觉得那东西脏。我觉得什么东西脏了？刚才盘子碗筷子狗舔的啊，这一难受一较劲坏了，肚子疼啊，闹肚子了。嘿，嗯，厕所在哪里？哦，这要去厕所。你说老板，你看那儿就是啊。哦，哎呀，赶紧难受了，推门进去了。嗯，进去先看干净不干净，这也得看。哎呀，这门把是有土。哎，掏湿纸巾给人擦门板啊，这跟门板没什么关系。哟，这不就窗台也脏啊？我这嗨，我上厕所看窗台干嘛呀？哎呀，不是，不是啊，赶紧吧。这边还有个窗户。哎呦呵，好的，都擦干干净净的了，看不得这个，这才拉这厕所这隔断。哦，坏了，怎么了？马桶坐便，坐便不行。怎么呢？脏。哦，他习惯是蹲便。哦，哪儿都不沾，掏湿纸巾先给人擦马桶。我不上，我擦什么呀？我干净看着就难受啊！哎，洁癖啊！哎呀，受着个罪！哎呀，嗯，擦干净，嗯，出来啊，拉开旁边这门儿。哦，马桶。哎呀，我呢，拿湿纸巾，我就是给人擦厕所去了。我，哎呀，啊，不行，肚子受不了，这赶紧吧，拉开这个，这个。蹲便，赶紧上，高兴啊！赶紧进来啊！嗯，这个有一特点，什么？它这里边啊，有那拉手门把啊，但是没有插销，这也不成吗？不行啊！啊，先掏湿纸巾擦这门把。哦，哎，把门把擦干干净净的。嗯，解裤子，蹲好了，是，吊着这门把，我怕人拉门进来啊，就怕别人拉门。那是，就这会儿功夫，嗯，人家老板来了。哦啊，哎，开不开？一活汗，嗯，哎，哎呦，这个怎么着？哎，于老师呢？啊，我在门上挂着呢。你这儿说吧，我这使这么大劲，他使这么大劲拽，可不是给我拽出来了吗？于老师在门上，啊，嘿好，我还不光拽着，我还盘着呢，跟这儿。呦呦，啊，于老师，啊，忘跟您说了，怎么着？这厕所是收费的。哎啊。一块钱一次，哦，于老师气坏了，那可不嘛，打门上下来，嗯，痴心妄想，干嘛呀？你要早说，嗯，十块一百块也行，对你，我就别跟人讲价了。你现在说你就叫欺负人的，哎呦，我不是舍不得给你一块钱啊，你们这种做生意，你啊，嗯，哎，找地方坐下来说吧。老板很尴尬，是吗？于老师慢走。哎，这轰出去了。您垫着点脚干嘛呀？要不我们还得擦地。嗯、哎呦呵哈，太恶心了！您这打这儿出来，气坏了、嗯、啊！再也不来了。那还来什么呀？你等我再来再说。哎呦，要上车。嗯，我可把他拦住了。干嘛？你不能上车了。我不让上。你会连累我们的啊！凭什么不让我上车？就是啊，咱们是一块来了，就得一块回去。没错。三说五说，这个地方就是郭德纲的不对。哟，您怎么了？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哦，呛呛了。不是你，哎，还姓于的，还哎哎，这干嘛呀？打上了，给谦儿哥来一嘴巴。哎呦，上车，关门，走。您自己走了，我们走了。哎呦。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一大污点。您这动手就不对，真的，这是到现在说我都觉得我脸都发烫，真的不好意思了吧？我们走那会儿是下午5:20，是吗？到家9:30嘛。我，您开车走好几个小时？对。那我呢？你就走着走。
我走着回家，因为我们吃饭地儿是在河北省。哎呦，河北省啊！啊，回家之后，我自个儿坐那儿想，我说这事儿我办的不对，是吗？老话说的太好了，怎么说？冲动是蘑菇，嗯，是蘑菇，是什么？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我怎么这样呢？是不是？不应该、啊。哎呦，我得上他们家道歉去。哦，我得上谦哥家道歉去。啊，想起道歉。一看表，好家伙，这会儿已经夜里十一点了。哦，那我也得去啊。是吗？上于谦家去。嗯。当当当！一敲门，是嫂子在家的。哦，哎，我呢？你在道上了？我还没走回来呢。我开车开四个钟头，啊，我还道上呢。你正往家正溜达呢啊！我还不着急，我上家道歉去。是，哎，嫂子看见我了。啊，不说不来吗？谁来谁是狗，啊，是不是你说的？嫂嫂，什么这哪儿的称呼？哎，嫂子是不是嫂子？嫂子咋做什么意义啊？你这礼貌吗？啊，嫂嫂，嗯，叔叔，哎，叔叔，这怎么称呼？这是我就看电视剧，你不用按照电视剧那个。谦哥在家吗？哎，就直接问，不是你给弄走的吗？对呀。我来道歉来了。哦，进来吧，道歉吧。这个不重要啊，这不重要。什么怎么哪儿就不重要啊？就说我上道歉，说我这心里话。嗯，这会儿谦儿哥正从河北省往北京走呢。你把我扔那儿了吗？万幸呢，就是在河北省吃饭的地儿正挨着永定河。哦，我还能沿着河走，他认道，是顺着永定河就能回北京。是，就这一道打车也不可能，没人让他上车呀，多脏啊。啊，走走走，嗯，终于走到大兴，啊，大兴进了北京界。嗯，于老师想，是我应该在河边把裤子洗了，我就能打车了。我在河北走这么半天不洗，一进北京我想起洗裤子了。家乡的水呀、啊，对，那也是这儿流过去的啊。嗯，洗吧，啊，该洗。洗完之后回家。啊、哦，一进门呢，哎，嫂子刚给准备了早点啊，走一宿啊啊。啊，坐着吧，啊，回来了，累坏了吧？是啊，还行还行，嗯，吃着喝着啊，突然间谦哥想起来了，是这个事儿是我的不对，谁的不对？哎，列位看见了吗？啊，谦哥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对，我是怎么分析自己的这个？郭德纲打我，我要是一躲开，不就没事儿了吗？你瞧我这个人还是好啊，我对不起朋友啊。我啊，我对不起我哥们儿，我没躲，我要去道歉，我要找你道歉。列位，就这句话值金子，是吗？人家挨打了，人家要来道歉，值金子呀、啊！我要学一学古人负荆请罪。我哎，战国时候齐国负荆请罪，齐楚燕韩赵魏秦是赵国廉颇蔺相如将相和，哎，就是这么个故事，就是老将军廉颇要讲自己啊，背上背一个荆条，对，去道歉，是我得学他，我得负荆请罪、啊。吃完了早点了，谦哥准备去负荆请罪了，不闲着，哎，就穿一裤衩儿，负荆请罪，负荆请罪得光着膀子背着荆条让人打呀，是啊，哎，所以说没有荆条，我出门找荆条去，现找荆条，现找荆条，哇、哦，穿一裤衩儿，于老师就上街了。那我干嘛？我裤子都不穿了。你看前程，列位啊，十二月的北京是多凉啊！冬天呐啊！我穿一裤衩出来啊啊！这一出来啊，直哆嗦。那是哆嗦啊！哎呀，是，兢兢兢兢战，战战战战兢，兢兢战战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那薄冰，恰好四两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又好比数九寒天降大雪，西北风刮，身穿单衣，我这周身上下是怎么那么样的冷？谢谢老铁，点个关注，谢谢。我就别直播了。冷，我这还带着直播呢，我这个光着膀子一条小裤衩啊，我要去找荆条，
没有还想着呢，没有荆条怎么能背在身上负荆请罪？是啊，荆条啊，就是编筐的那个玩意儿，这是荆条吗？编篱笆那个是那个荆条，对，那个一般春天秋天好找，是到冬天其实不多找，没有了啊，没有找，哎呀，就哆嗦。嗯，对面来大姐，哦，哟，这不是于谦老师吗？我还认识过。你好，我是相声演员于谦。我就别自我介绍了，你啊、我师父是石富宽。嗨。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行，别客气了。不是你怎么光着膀子？你干嘛去？啊啊，找荆条。哦，我你找什么也不能这样。哎呦，我也没带着富裕的衣服。你的衣服我也穿不了啊。啊啊，那大姐真是好心眼儿，是吗？打开包，这个给你吧，糖糖寒。什么玩意儿？丝袜。哎，这玩意儿能糖寒吗？这个于老真听话。啊，哆里哆嗦套到脑袋上了。我丝袜套脑袋上了，这就好多了，啊，暖和一点是一点啊、嗯，最起码熟人看见不知道是我。哎呀，哎，丢人现眼，别丢的云似的。大姐，哪有那个荆条啊？大姐说，我哪知道啊？您上前面高台阶那儿有几个保安，您问问吧。哦，于老师来上高台阶，嗯，几个保安就过来了。是，怎么了这是？啊，你干嘛？我要荆条。嗯、啊，几个保安就愣了。还有金条，啊，金条在库里边呢。我谁让你来的？大姐，大姐，您说清楚了，说不清楚了啊？他想说大姐哦，保安听成打劫了。哎呀，打劫，金条对上了。什么叫对？打他！哎呦，几个保安叮咣叮咣，这种打，嗯，打完踩在地上，请行长。哦，这。行长正在地上躺着呢，赵姐，你往那边挪一，我就别挪。孙姐，快来呀！行了。哎呀，我跑步，我爸爸银行那儿去了是吗？给行长拽起来。哦，行长才来，怎么回事？嗯，来打劫的了啊，不是要金条。哎，哟，嗯，儿子啊，认出来了，儿子，这才扶起来啊。一问是这么回事，哎呀。老头说：“嗨呀，你咋费那个劲？那个谁，保安小赵啊，把你那胶皮棍给他一个就得了。啊，拿胶皮棍棍啊，对，拿这不一样吗？让人打你两下出了气啊！啊，快去吧，快去吧！哎，赵姐，我来了！哎呀，哈，拿我这对付呢。于老出来了，嗯，出来拎着胶皮棍嗯啊，上哪儿找郭德纲去？啊，这回找你了啊，嗯，问问吧。嗯，他待这地儿正是北京使馆区。”或到使馆区，北京城三个使馆区是第四个正在建哦。这三个使馆区大概10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是。于老师挨家的问，敲门，嗯，讲我是谁，我要干嘛？嗯，就我这丢人事儿，这回连外国人都知道了。是，全世界几乎都传差不多了啊，影像都过去了。那是、嗯。最后这家嗯，出了一个送菜的车哦，于老师。认识我，我是您的粉丝。嚯、哦，您上车吧啊！这您这怎么了？上车啊！人这车是往怀柔拉菜的，啊哦，在车上拉。您干嘛？我找郭德纲。哦，哦，这不那您有目的没？没有，哪儿人多，你给我拉哪儿去？哦哦，那合适。我上怀柔赶集买菜去。哦，大集上啊，大集人多 啊。走吧，嗯，拉到怀柔那集是北京紧北边啊。哎，墙那边就是河北省肃宁县啊。我又回去了，我又。啊一下车到这大集，于老师可乐了啊！哦，这儿人多，太好看了啊！西红柿1块钱一斤的，我还是便宜。哦哟，这搪瓷盆2块。哎呵，就别说价了。哎呦，这还有笤帚呢！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笤帚。我浪不浪啊？我大冬天穿一裤衩跟人砍这笤帚价去，每个摊儿都转了一遍。嚯，大伙儿说没看见郭德纲？是我赶集去了也啊。有人说您不应该来北边的集，为什么？您应该上南边的集。南边怎么了？南边离着天津近。哦，郭德纲是天津人呢。那倒对，保不齐他回天津了。说的有理。谦儿哥乐了。嗯，拎这胶皮棍哦，由打怀柔奔大兴。你瞧我这形象，嗯、横穿北京城，阅尽人世间的繁华。走里头，人净看我这繁华了。那是、啊，那是。简短结束。哦，一路无书。嗯，这一路输多了，您这您就到了北京锦南头大兴，哦，到大兴了。那个集市在榆垡，啊，那儿有个集，榆垡就挨着永定河那河边儿。
哟，我刚打这洗的裤子呀。于老师乐了啊，永定河，我认道感觉太开心了。我认识了，正开心呢。嗯，这边来了好几百人。嗯，马拉松跑步的啊，有运动。哟，好几百人就把于老师裹在队伍里边了。是啊，一块跑吧。哟，跑到一块显出来这个服装一点都不违和。怎么呢？都是背心裤衩。我没背心儿。嗯，我就一裤衩啊，但是您还有胶皮棍呢，那干嘛用啊？哎，跟上跟上跟上，快！嗨，往前看脚底下。哎，行了行了，前面有树啊，往右拐啊。哎，对了，我给指道呢，我认识。太开心了，嗯，跑吧，啊，跑来跑去三个小时就不叫事儿了，是热暖和了。一边跑心里边难受啊，啊，怨谁？怨谁？就怨农家菜那老板。怎么怨他了？要不是因为他，我能这两天闹这么一踢吗？那倒是。有朝一日让我瞧见你，我得跟你没完。那倒是。正跑着呢，一看，哟嚯，怎么样？前边就是那农家菜，我又回来了。走进跟前瞧，墙上贴张纸，写的什么呀？一看这个纸，把于老师气坏了。怎么写的呀？打今儿起，厕所不要钱了。我去你的！能不能啊？啊，好哟，你就搁这儿行了。好嘞。谢谢谢谢，让您破费了啊！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嗯。还有没有？嗯，这就是一说一乐。嗯，来听相声就是捧我们了，您就别再花钱了啊！是是是，你看给你孩子，人家给孩子弄的这都是钢丝球啊啊，他们这、嗯、这大哥送的都是花啊。嗯，别花钱，嗯，因为你未必花那钱买的东西我准爱。哎，啊、这叫什么话？你就不如直接转给我啊！嗨。嗯，二维码，下回桌围子上绣一个。这个演了七天了，哦，在七天就在这儿。嗯，这个天津德云社成立两周年，是庆祝一下，真快啊！对呀，真快。于老师是因为在外地拍戏啊，我在成都，前几天没赶回来。对，就是今天特意飞回来。嗯，然后明儿还得走啊，还回去拍去。赶紧去拍完之后就踏踏实实了，对，就演出了。下半年演出也多、嗯、啊，别耽误事儿。对，今儿郭麒麟也回来了，多好啊！啊，嗯、所以说能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啊，哎，你这样，我太开心了，因为做父亲的。行了，这别往下说了，你这把我都给带进去了，你跟他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他行大啊，我行二啊。您这不行，这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啊！啊，您是得解释，也要跟观众们解释一下啊！啊，好多人只要一听到台上爸爸儿子，他当时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呢？认为这个不上品，哦，这个不高雅，哦，嗯，这个不没有意思，哦，我得跟您说一声。是，你说来俩孩子说相声，一个六岁的，一个九岁的，啊，俩人站台，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嗯，让人厌恶，这就贫了。俩孩子没大没小。对了。真到我们这个岁数啊，谁是谁爸爸就无所谓了。对，那也不成，这也不能乱了。这个，这个得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嗯，我们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中国相声界比德云社强了，比郭德纲强了，有的是。是。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啊！这倒霉倒霉你们身上了啊！会有的，你知道吗？啊，还没有、啊。会有的，会有的啊！啊今儿开场还收徒弟来着啊，收了三十多个，是一大堆啊，三十九个。站那我很开心，嗯，哪怕我开个饭馆，这帮人也用上了。跑堂去啊，白衬衣、小黑裤，挺好看啊。那为什么收呢？嗯，不得不收，是吗？来的最早的都来十年了，你再不收他，过两年他都拿退休费了，跟这儿。对呀、啊，你想你就说这行有多难啊？有的都来十年了还没上过台，哦，就这行你看也简单，真简单。嗯，俩人站这说话一说一乐就挣钱了啊。但你说难真难，是云鹤九霄鹤字的还有您叫不上名来了呢。对，太多了，那都来了二十年了，您也对不上号。嗯，还有的徒弟比我来还早呢，是吧？啊那他干嘛来了？这是不是他今儿下午来的比我早啊？上这收拾来了。你以为他上德云社来的早？你说清楚了。所以说，我得努力，还得有天赋。哦，还得有天赋。首先是天赋。哦，你永远不要相信啊，是谁告诉你？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嗯，努力未必要成功，还真是。也未必准能成功。是。啊，我记得于老师接受采访也提过这话啊。我说过同样的啊。你举个例子，你说
比如于老师想当什么非洲哪儿的总统，我、啊、那你就比如说吧，啊、哦，于老师想当总统，然后你就努力，你说那是努力的事吗？这不是，早晨4点起跑步去，回来练外语、嗯、练书法、练算术，嗯，你练到死你也当不了非洲的总统啊。是啊，我都到不了非洲去。对呀、啊，你看看，你赶上非洲动物大迁徙，您可能跟着跑一趟。哎、我那是总统的差事吗？那、啊、所以说，人要认清自己啊。好多说相声，咱实话实说，我们同行有的确实不成功啊。那是有啊，这个就不是说郭德纲说人家这个，说是那个，演政很正常嘛、嗯，这实话嘛。各行各业都有，不是说你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会了不起。那不是百分之百都成功。演政确实有同行，你人也从小干这行，嗯，一干半辈子了，还是不成功。是，那没有办法哦。你看，有的时候一开始方向就错了，开始就错了。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铁匠的材料。哦，他非得要当音乐家，你说那玩意儿他是一回事吗？你给他什么钢琴，他不也能砸碎了吗？你就练铁去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说天赋很重要。哦，如果天赋还不错，嗯，哎，你而且有兴趣，哦，再加上您愿意努力，这才行，你就可能会成功。哦，还有好多事情是说不准的了。还有什么说不准的？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人生在世，其实是个命运。很左右人，哦，命运还占一部分。你看这儿放着两碗米饭啊，两碗米饭啊，是这碗有人端起来吃了，吃了好，吃完之后人得消化呀，啊，就把它排在厕所了，是，这就是他的命，这是这碗米饭的命，哦，那碗米饭搁那儿没动、嗯，没有被吃，没有排在厕所，那就是他的运，哦，那就那碗对吧，嗯，但是搁了些日子长毛了又扔厕所了，还是他的命，早晚是奔那儿去对吧，啊，你说你来哪碗，我哪碗我都别来了，这都吃不得了，这个人生在世离不开命运两个字，嗯，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就跟家待着吧，嗯，我等命运，那胡说，哦，认命也不成，哎，只要外边甭管是晴天阴天、嗯、不管是什么样的状态，嗯，你该努力还得努力，那倒是，老话说你待着不也得吃饭吗，嗯，是不是，嗯，拿我来说啊，您说您没事我就爱学习啊，对，郭老师是喜欢学习，爱看看书啊， 嗯不像于老师，我是喜欢玩啊，你包括这个拍戏也是，嗯，咱也不知道，好家伙，剧组里天天一说剧组拍戏三点半四点就得起，那是那样，那也认头，那喜欢拍，你说我有时候想，这睡觉睡不够得多难受，是，就因为这个好多戏我去不了，啊，不参加，熬大夜，哟，这一宿宿熬夜，是受不了，啊，他行，那不坚持，不管是哪儿，云南呐、啊、贵州啊，哪儿山里的拍戏、嗯，反正只要一说女演员，他就去了，我是为拍戏去了吗？啊，就为了影视嘛，是吧？啊，影视女演员，我是为了，我是愿意在家看看书，哦，喜欢读书，对一个说相声来说，什么都得学。哦，天文地理、一部星象，嗯，历史地理，嚯，都是我们用得着的，全得学。我最近在研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哦，您研究什么题目啊？研究做梦。做梦有什么可研究？做梦是人的一个生理现象啊。那倒是，没有人没做梦啊。啊，家里没有床你也能做梦。啊，这坐着睡都能做梦。你躺地上睡你也能做梦啊。科学家说是人的，大脑思维在你睡觉之后它没有完全休息。哦，你之前接触过的一些个情况啊，哎，然后它又再现，结合你的心理情况把它表现出来。啊，大脑还在活动。啊，但是中国人研究做梦可是有年头。很早吗？那过去老先生就哎呀梦见水了，梦见水是财。啊，水代表财。这都听过吧？对对对。于老师做梦梦见呦好多水。哎，发财了。一睁眼尿炕了。哎嗨。尿炕了，那就不像话了、啊、那就是啊，财吗？啊，我说梦见鱼，嗯，鱼也是财啊，鱼也是钱，梦见鱼也是财。嚯、哦，梦见小小子说是不好，小小子代表什么呢？说男孩小人，哦，就这小孩就小人、哎、小人哦。梦见闺女就好，闺女怎么好啊？说是贵人呢，哦，这代表贵人，其实就是个谐音，嗯，贵人闺女是千金嘛。哦哦，千金、啊，你说那修车的不要千金，那管嘛用？嗨，那千金顶不是那个、哦、啊，顶就不行了哈、啊。对，而且过去你看，男不梦缠，女不梦虚，这怎么讲？男的做梦没有梦见生孩子的，
哦，哎呀，于老师做梦坏了，他肚子大了啊！哎呀，我于谦没想到也有今天，那倒是。哟，生孩子，哟，肚子越来越大，啊、哎呀，难受，肚子拧了，哎呦，要生孩子了，啊、哎呀，使劲吧，啊，一使劲，哎呀，一睁眼，好，弄一炕，哎呀，嗨。我一猜他就不是生孩子那劲儿，男的没有梦生孩子，那是男不梦产，女不梦虚，这是女的没有睡觉做梦连抿胡子是吧？啊，美髯公王奶奶没有这，不废话是吧？男不梦产，女不梦虚，那倒是。我那天还看那个书上网上介绍，嗯，给您指点一下，你做梦都梦见什么了？哦，我一看有的真是瞎编，您举个例子，说是梦见煤油撒在地上，说对身体不好。煤油啊，煤油说撒了地上梦见这个了，哦、对身体不好。呵，我这个不准呢。怎么？得煤油撒在地上，点着了之后对身体再不好。哎，对，那自焚了那是不好。是不是？还有一个梦见给张支票，代表你要有发展。嗯，我心说这不废话吗？啊，我梦不梦你给我张支票，我有发展呢。对，那发展大了。所以他有的这东西他不准呢，瞎说。你看我们这儿那谁说相声岳云鹏。啊、哦，小岳，云鹏做梦，他怎么着？师傅，我做梦了。哦，做梦吧。嗯、您会圆梦吗、哦？我说我哪会？不是我害怕。他梦见什么了？我说我听听啊。我梦见我变成一个牛，哦，在山坡吃草啊。哎，然后害怕。我害呀，梦就梦，那怕有什么、啊、有什么可害怕？怕什么呀？不是我早晨一睁眼，嗯，凉席儿没了。那是有点害怕这个，后来送医院去了 啊那是送医院去了，我都替他害怕。那是啊，嗯，刚才唱快板的高峰啊，高老板，哎，高峰他们家他媳妇做梦，你怎么知道的呀这事儿都？后来听高峰念，您说清楚了、啊，他媳妇做梦，高峰啊啊，我做梦了，我梦见大钻戒，哟，这么大钻戒在我手上，这个什么意思？呵。高峰就乐了啊！哎呀，两口子，你还至于跟我这么说吗？对，我一会儿得上班去演出，嗯，下班回来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含义。嘿，媳妇儿等一天啊，很浪漫的事儿。哎、嗯，高峰演出完了，回家拿着个礼盒，哦、打着蝴蝶结。嘿，媳妇儿，哎呀，我梦见钻戒是什么意思呀？对呀，打开看吧，瞧瞧吧，结婚那么些年了，还要这个劲儿呢啊！打开吧。看看媳妇高兴，哎呀，我也不知道梦见钻戒什么意思 啊！看看什么意思？打开一看，什么呀？里边一本《周公解梦》。哦，自己查去呀！高峰也高兴，以后就知道了，不用问我了。甭问钻戒、嗯，梦什么都能自个儿查。这个，我们这还有一大胖子叫孙越，你们认识吗？啊，那肯定知道啊！原来是那个最早是养动物的啊！啊，养动物是什么学校毕业？那、这我也不知道，他动物园的。啊对对对，他在北京动物园、嗯、是，哎，毕业之后他就去了，对，他是后来才到德云社，是孙越是毕业之后先分到北京动物园当动物啊，当动物饲养员，哦对，反正是管吃管住在那儿、嗯、啊，不让回家啊、嗯，是，反正待了些年，后来就上这儿说相声来，对，太胖，哦胖是胖，好家伙，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好家伙，真费布啊。大胖子，嗯，他的媳妇儿真挺好。你瞧，又来了、啊，怎么个好法？不是，你说他都那样了，他这媳妇儿，嗯，得多能吃肉是吧？嗨，啊，挺好。嗯，他做梦，他两口子把我乐坏了。他又做什么吗？啊，他俩人睡觉，这大胖子还得躺在炕里头。哦，哎，他躺在床里头，靠着床沿他不敢。哦，他怕肉丢了。这能丢得了吗？这媳妇儿躺在外头，躺里头。这个人一胖，身体就各种病都来，就虚呀、啊。他夜里边起夜的次数就多，上厕所。哎，从炕里边往外咕噜着下地上厕所。哦，呱啦呱啦呱啦去了。我一会儿再回来，呱啦呱啦回来。好点啊、嗯！早晨一睁眼，媳妇坐那儿哭。哭什么？做梦了。梦什么了？梦见车祸，撞车，让大卡车压了两回。哎，起夜的次数还不算太多。啊、就是、啊。嗯孙越说：“师哥，这怎么解决？”我说：“那怎么解决啊？啊，一个要不就是你得减肥哦，还有一个我得说你，说什么呀？因为你现在工作不错，是啊，家里也挺有钱的。嗯，他媳妇现在什么都不干，那会儿哦，就因为孙越老在网上拍东西，挺挣钱的啊，我富裕了啊。我说你现在挺好，孙越，你是一个很出名的大网黄，是吧？网黄叫什么？网红
啊，那网黄像话吗？差不多吧，不是啊？不差远了啊那该逮起来了。哦，那行啊，你现在你快成大网红了啊！是你挣了钱可以养家，是，但是你不能让你媳妇天天跟家这么待着，待着不行吗？他挣钱不挣钱，他出去得干点玩去，得活动，对不对？嗯、你让他找什么事儿干啊？哎，胖子这点好听话。哦，真去了啊！找个朋友给媳妇安排一个工作，啊、是吧、嗯？也没什么还太多正经的工作，就是那个卖保险箱、保险柜。哦，那也是正经生意嘛。媳妇上那卖保险箱去啊，挺好啊，所以有点事儿干就行。哎、对、啊，我也做梦。您做什么梦？嗨、哎，我做梦，我也是。有的时候只要白天一忙啊，晚上睡觉就这大脑又不休息。哎呀，做梦哦，什么呀？我飞啊！谁飞？我呀，您飞了。哎呦，我就飞起来了。嚯、哦！哎，飞上去，飞到南天门，上天了。南天门啊，哎，老神仙，那倒肯定有寿星老。哦，在南天门，来呀！啊，德刚，快来呀！叫你，哼，老神仙接我，寿星老。哎呀，欢迎，热烈欢迎，啊、热烈欢迎郭德纲先生啊！哦、到蟠桃园你去摘一点蟠桃来，然后大排宴宴。宴请郭德纲先生，呵，这就面子有了。我说别不，我为了我一个人值当的。怎么？好家伙，这么些年了，嗯，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啊、哦，嗯，剩下全下地狱了是吗？善良，哦，好人，尽、哦、干好事，可见着了。大排宴宴，我跟寿星老师做一对过啊，呵，对脸，高兴。寿星老师、啊、点一个。怎么样？我不会，不抽抽烟啊，还让烟呢？让烟啊，寿星老啊，这个你挺好的啊。啊，寿星老啊，寿星老啊，啊，我是，哎，是寿大爷您好啊，寿大爷，那喊什么呀是吧？啊，不知道叫门。哎，这给您添麻烦了啊。嗯、好，那个忘了跟你说了啊。嗯，你净干好事了。那怎么上天堂呢？那你说相声，大伙儿都乐，这是多大的福报，这是功德，对不对啊？嗯、你说了相声，大伙儿开心，我觉得你。净做好事儿是吗？啊，你说吧，你有什么要求？我、哦、还满足条件。我说我没有什么要求，我这个人能怎么着？也得提提啊！不，看你每天这儿演那儿演，很累。是，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啊？我说我就是，我有时候也觉得这辈子活得不容易。那倒是，你看人家都看电影去，我也没看过电影去啊。人家那个出去喝咖啡，这个我都没有过。您没这习惯。人家喝什么荡秋千啊？逛公园什么我都没有过哦，没这爱好。回去你就会拥有这一切，啊，还回我啊，行吗？我一个人喝咖啡、逛公园、看电影、打秋千也没什么意思。那您的意思？寿星老看看我，嗯，这烟就掐了吧，先说话不好吗？啊，让于谦的媳妇陪你一块儿去，没听说过。哎呀，我这你看。老神仙安排的，老神仙就缺了得了这个、啊。回来吧，啊，寿星老给我打一车，我就回来了啊。对，坐。哎，果然啊，跟嫂子，我们俩人看电影。你对，我这扒拉就扒拉你，你醒醒得了，别梦了。荡秋千呢？什么秋千？喝啤酒啊，修脚去一块，哎、这都什么洗澡去，反正，哎，挺高兴啊。但是醒了，醒了吧？醒了一下，很失落。别失落了，人生真是没有意义了啊！你就我这个人傻，就傻在这儿。怎么了又？我这个事儿还告诉他去，啊！谦儿哥跟你说点事儿，我呀做梦，梦你跟嫂子看电影，喝咖啡，嗯，啊，秋千，啊，喝啤酒，洗澡，就修脚啊，啊啊！哎，他急了。后来呢？我就醒了，啊，行，再见啊，没事了，我走了，啊，他这儿啊，嗯，点上根烟。我跟寿星老学的，我这范儿是。啊，给孙越打电话。哦，找孙越。胖子，你来趟。哦，一会儿大网红就来了啊！哎，网红，网红来了。嗯，谦哥怎么了？嗯，我都刚做梦了。是，跟你嫂子，跟我媳妇儿看电影，荡秋千啊，喝咖啡，对，上公园，得说说，泡澡修脚啊。这个天长日久，他们俩是这么在一块儿的话，嗯，我那些钱怎么办？我还这当真了，对不对？啊，他们会把我的钱拿走，哦，我的手表，我的项链，嗯，我的戒指，我的存折，哎呦，我的银行卡。呵，孙越想半天，嗯，哥，你买一个保险箱吧。
我撞他怀里头了，我这个，嗯，好买吗？媳妇儿是买这个，啊，哎，给人钱，人孙越媳妇给送了一保险箱，啊、这回踏实了，我这信息方便了，好，这高兴啊，啊，谢孙越，请孙越吃饭，嗯，这一宿谦哥睡得很踏实，没事了。转过天起床，中午他找孙越去了，啊，哎，胖子，胖子，哟，哥您来了，嗯，睡得怎么样？睡得很好，踏实。我就想问件事，啊。什么时候放你嫂子出来、啊？我给我媳妇搁保险柜里了，这我得买多大保险箱啊？这个啊，你这做梦做梦，他就这么大的乐趣啊？那你的乐趣这事儿，于老师也做梦了。您聊聊我的梦吧。不是，我们都做梦，您不做梦不合适，是是吧？梦见什么了？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哦，哼，我有学问了，二十来岁，正年轻，大学生。好啊，一进学校啊，啊，校长就喜欢你，校长喜欢我是好事儿，好不好？上人见喜嘛。哎，校长就收你当干儿子，这他们怎么这习惯？喜欢谁收谁当干儿子？喜欢这个孩子，我觉得这孩子以后发展啊，哦，我要做你的义父，啊，那我呢？你就当上干儿子了，我就答应了。对了，哦，哎，副校长也喜欢你，那怎么办？你又认了一个义父。我这一下俩干爹，嗯，哦，教务主任也喜欢你，那我呢？你又是一干爹，这就仨了，又是一个义父，嗯啊嗯，传达室那大爷也喜欢你。这学校没女的吗？要有我给他们凑一对儿，咱们也合适。你又认了一个义父，哦，就四个干爹。哎呦，你在这个学校里趁四个义父，哦，学校还给你送了块匾，写的什么呀？富可敌国。哎，这都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富可敌国啊，很棒。很棒啊！对，是。紧跟着您就毕业了。哦，毕业之后先找工作吧。我找一个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夜店去做 DJ 你跟谁学的这中文？就是站在那儿玩那个电磁炉的那个叫什么啊？电磁炉的叫什么？我在烫着我这说那滋儿啦滋儿啦滋儿。是，您说刚才说对一半。嗯，那个打碟的 DJ 啊，你就在那儿打碟，你知道吗？我打碟干嘛？然后你再骂娘啊？没有，趁哈，打碟的，反正就工作很好，是是是，工作很好、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哎，你就生意越做越大。我这打碟做什么生意？对，观众打赏啊。哦，给钱！哟，好大块金砖，啪就往脸上拽呀、啊！轻点儿，这倒是。哎，后来你就慢慢的积累资金，哦，攒钱。哎，慢慢越存越多。后来你自己弄了一个企业，哦，我办一个，你就成为那个企业的撞死人了，你看，不是你要撞史上那个你要说什么呀？这就是你是那个企业的第一个那个干活的那个创始创始人，哎，你创死人了，创死人了！嗨，我还是创死人了啊！创什么？创始人？对，他的那个企业，他创始，你知道吗？我多恶心呢！我这创始他是个人呢，还是个人啊？这法人，法人，哎，对，就很棒，对，很棒！哎呀，一兴奋，哎呀，高兴，然后哎，结果呢就碰见个你心爱的女生，啊，这倒是好事啊！女生就说了，啊，玉琴儿，嗯嗯，你看我对你那么好，你给我买块表吧、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在哪儿勾搭一大娘们过来？这是，真难听这话。我上哪儿去了？我这不要讲了那么龌龊。不是他什么味儿啊？这就你很爱，你很爱、哦、我还喜欢。哎呀，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普通话。这是普通话吗？这很高兴，很高兴、啊，俩人就顺理成章的结婚、嗯、啊，后来又生孩子，哦，反正人生很幸福啊，我们过得很好。哎，然后你就死了，对，啊、我这太天上一脚地上一脚了。你前面都很顺利，死就死了啊，前面都很好。死了之后你就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飞、啊。我也飞。哎，你看见寿星老了啊？我也碰上他了。哎，寿星老在南天门正看你呢，等着我呢。啊，还这根烟还没掐呢。他那根长，你知道吗？太这不行，别抽了。圈儿啊，往上飞，升到我这里，快点、嗯！哎，对对对，他叫我呢。哎，嗯，上来了。哎呦，啊、寿星老大爷您好、哦、啊，快坐快坐。哎呀，我真开心，就愿意来说相声了啊！你看看，我这有饼干，你来块饼干吃得了。不还让我吃饼干？你不乐意了？怎么呢？郭德纲来了，你们这大排宴宴。是啊，凭什么我来了就、点根烟、弄块饼干？这没别的了吗？寿星老说，今儿就咱俩，不值当了起火啊！哦，炒热菜的没有吗、凑合吃一口嘛。哦哦哦，聊会儿天，聊会儿天。
是挺好的，说会儿话吧，是挺好的啊。我没想到我也能到天上来看看神仙，这多好啊！我跟你说，你父母也在这儿呢。哦，是啊，啊，你就愣了，老爷子也在这儿吗？哦，往这儿看，拿手一划了，就一划了，就看你父亲了啊，划了。你看这寿星老人手，你看你爸爸啊。哎，你看，哎，还有那层啊，哎，别划拉了，这寿星老划了，不是你划了这个，我就代表的吧，这你看他互动嘛，是不是？你就说就行了，别动手了。对对对，划啊！你父亲、你母亲出现在面前了。哦，来了。哎呦，老头老太太精神是吗？啊，都是70岁高龄。哎呀，哦，寿星老也乐了。是，看看，您父亲、您母亲多棒啊！哦。一辈子做好事，对啊，一辈子做好事。嗯，有什么要求吗？啊，这也有要求。你爸爸高兴，啊，我今年70岁了，对，老伴儿也70了，啊，能够到天上来，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哦，这一辈子净干好事儿，嗯，我这一辈子有点委屈。怎么个委屈？你看人家啊，什么喝咖啡呀，嗯，电影院呐，嗯，打秋千呐，啊，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做过啊啊。哦，嗯，寿星老说你要干嘛？对啊，之前郭德纲提过这个要求，对，不是，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哦，我是希望周游世界。哦，他想出去玩去，周游世界，旅游去。寿星老一挥手，啪，这是一沓机票，一沓机票都给您准备好了啊啊，请周游世界，随便吃，随便玩，可以出去了，这可以了。老头乐坏了，谢谢。我还有个小要求，你再提。我今年70岁了，是，能否找一个？比我小30岁的女士一起出去，这也有点闲的，我爸。寿星老乐了，30可以，嚯，这也可以。一挥手，怎么样？你爸爸100岁了。哎，这把他长上去了。哦，没把那女的给弄小了，100岁。哦，哎呀，神仙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啊！这哪是神仙的智慧啊？这弱智的智慧啊！这是。回头喊你谦儿啊，过来说话吧。我还说什么都100多了，签儿过了。爷爷你好，爷爷你好啊，就爷爷了，怎么着？他都100了啊，那也是辈儿在这儿呢。老头高兴，嗯，儿子啊，我又看见你了啊，是，你挺好的，嗯，我挺好的，我都上这儿来了，有什么可好？嗯，我大学毕业之后，我是一个撞死人的那个，我不是创始人，撞死人啊，挺好，嗯嗯嗯，好。女朋友呢？嗯，都结婚了。对，好，那就好，那就好。恩爱吗？嗯，非常恩爱，非常好。哦，那有孩子了吗？是，生了个大胖小子。哦，太好太好了，是你的吗？哎，还这叫什么话？这叫老爷子，你怎么开这个玩笑呢？对呀，那是我的。对了，老头乐了，哈哈，那就好。嗯，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哎，这没听说。后来啊，这个怎么没有后来了？您这玩意儿还上下集呢？这要没人管着，我能说一宿。我跟你说，一说一乐，可不是吗？别往心里去。谁往心里去了？你看我就没往心里去。哎，对。其实我在这个台上，其实有的时候也觉得不合适，是吗？那就是提了太多于家的人。哦，这么个不合适啊？净提于谦的父亲呢，母亲啊。还有你媳妇儿，对了，是吧？嗯，这个我真是没有办法。你怎么能够没有办法？不是，你说我要是一年就演一场，嗯，就怎么都没事儿，都可以了。你关键第一演的又多，嗯，就这些年啊，啊，这些年演的又多。第二呢，我又不限制了现场录音录像。啊，随便录，我站台上还喊随便录啊，嗯啊，我还没到家，这个音频视频就上网了，就都传上去了，全世界的人随便听，是啊，天天听，他一定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老有于谦他爸爸呢？嗯，其实您细分析啊，职业不一样 啊，谁的职业不一样啊？你父亲的职业不一样，是您变着花的说呀，您是再有一个了，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啊，我们一定让观众很快的进入故事当中来。那倒应该。你说我站台上，我说我父亲他不可乐，是吗？嗯，就说我爸爸可乐，合着。我小时候说相声，我是捧哏出身啊，我在桌子里边站了12年。哦，捧12年哏。谁站在这儿，谁说我爸爸？
哦，也说呀，这个东西您不用替于老师，哎呀，天天让郭德纲说，你知道他数钱的时候乐成什么样了吗？这不就是职业工作吗？是，对不对啊？嗯，我也想过，哟，你看人网上好多人指责我，包括相声同行也指责。哦，他们说什么呀？相声老前辈说郭德纲，你看看你那相声说的，哦，有相声150年了，还有谁在台上提过于谦的父亲？对。凭什么都说我爸爸呀？这谁捧哏说谁爸爸去？所以我后来我也想明，我本来想我说，以后不再提于谦的父亲了。哦，不说了。我们虚拟一个王大爷、赵大爷，行吗？但是后来想，这个太外行了，不行啊。话又说回来了，就算不提你爸爸，也并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怎么呢？人家不是说希望郭德纲别提你爸爸，那是人家是希望郭德纲别说相声。啊，哦，他们是这目的。对呀，所以说你们爷俩多受委屈吧，好吧？你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也是欠这个，就这一点减下来就够一热搜。来，你过来，哎，那小孩，哎，对，来来，过来。哎，你们算来着了。这个小朋友叫张云雷，啊，他这个前两天啊，什么？那你等会儿，你看别着急，别着急啊。这大哥爱听你唱。那这7天演出呢，本来我们每次安排节目之前都得挨个问张三、李四、王五、赵六，结果他这几天是因为音乐会，他得排练。所以一直没有他，啊，结果是今天昨天夜里赶回来的，对，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才回来啊，今儿赶上了，我那就去吧，啊，玩吧，让剧场来见见面啊，嗯，这个前两天没安排你，你的粉丝没少骂我，啊，嗯，可不是我安排的，我知道，我知道，啊，嗯，我也是习惯了，是啊，干这行挣了钱有一半是挨骂的钱啊，谁骂都是骂，乐乐呵呵得了。刚才你看人大伙喊了，说让你唱一段，嗯，说明这是熟悉你的观众，嗯，啊。他确实在我这徒弟里边，我们这后台里边要论唱，最起码前3名得有他，啊，一个是他，一个是陶阳，这俩人都是唱的好的。嗯，今天你有准备吗？没有。哦，太好了。所以是给我叫上来的，我后台吃外卖，吃东西呢。哦，哦，这个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好吗？哎，还会有机会吃东西的啊。你们大伙点一个吧，他要是不会的话，我帮他一块唱，好吗？太好了。什么？你提到清水河了啊？今天我就要跟清水河这个事情做个斗争。谈清水河呀，是一个别看，那保安给大姐瞪出去啊！清水河是一个北京小曲儿。那按照曲牌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前辈赵俊良先生，谦儿哥这都认识，北京的老前辈。人说这个曲牌叫树荫凉。树荫凉什么意思啊？曲牌有太平年，有湖广调，有大新春，有这个有那个，有树荫凉，用树荫凉装的词儿叫探清水河。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就画在北京小曲儿里边。可是突然间也有人说，说这个小曲儿不文明，他们说这叫摇调。嗯啊，这个说可能各位也看过网上一种评论是吧？嗯，这个呢，我确实是替张云雷还打抱过不平，嗯，后来他们收买我了，我看算了，嗯，这个有这么一说，但是不准确。所谓的摇调，就是在旧社会那种风化场所，哎，那种技术人员在那儿演唱的这种歌曲。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人家在那儿唱过这个曲子就有问题。他们在那儿什么都唱，《贵妃醉酒》他们也唱，《空城计》他们也唱，那些东西跟清水河是话同等的，也没看你们大伙儿批判过什么贵妃醉酒啊。所以说呢，这个张云雷把这个唱红了。哪年开始唱的？2015年。2015年。这个最早的时候我应该是在2010年我把它整理出来先唱的。嗯，哎，我唱完之后呢，我真有一毛病，无论什么小曲儿我弄完孩子们只要一唱了我就不怎么唱了。后来他把这就唱的红遍天下，确实挺好。我看好些个那个唱歌的也跟你一块学啊。嗯，明天开始连着4天在天津中华剧院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演出。
这里边的最后一天是我带着张云雷还有陶阳，我们要有小曲连唱，其中就有探清水河，那是带乐器带乐队的啊，有时间大伙儿去捧着去看去啊。嗯，今天是不是就不用他唱了啊？唱两句也行好不好？哎，来来来来，哎，啊，我先唱啊。可以啊，你唱两句，然后大伙儿一鼓掌就算唱完了。嗯，桃叶尖上尖，柳叶就遮满了天。完了，两句，真两句。这孩子倒是识数啊，倒是识数啊，是还没过瘾了。你唱两句，来，你唱两句。那真唱啊，唱吧，唱，唱。你要词儿干嘛？就这么唱就行。明细听我来呀，这是气氛组的，好棒棒的，多好啊！嗯，行，这不能光你一人唱啊，把今儿演出的人都叫上，咱一块玩会儿啊！快来，来吧！来来来来来，好，都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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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来来来，我们从这边挨个介绍一下啊。打头头一个啊，壮壮，阎鹤祥，哎，栾云平，尚九锡，李鹤东，郭晓汉，高峰高老板，哎。我儿子郭麒麟，啊，张云雷，我们这儿的大辈儿少谢谢金，哎，你怎么穿这么一蓝色的大褂去了？我才看见啊，孔云龙，张九空，啊，主持人少侯爷侯震，啊，来吧，每到这个环节都是大伙儿点啊，我喜欢张三，喜欢李四，您说一句啊，咱们再演一个小节目，好不好？谁？有喊师爷的哈，快来吧，快来吧，来吧来吧，少谢回来。我要介绍一下啊，这在我们这个行业里边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个他叫谢金，他们家呢祖传四辈是干这行的，所以按照行业内部来说呢，他比我跟谦还大一辈。嗯，我们俩得管他叫师叔，啊，但是台下呢，他跟我是把兄弟，我是他大哥。前两天呢，我兄弟呢跟我婶儿啊，他俩人啊，怎么那么乱呢？这啊，来吧，谢老板，给大伙儿表演一个小节目吧。那唱一个吧。可以。那么唱一个那个什么岔曲吧。嗯嗯。这个谢派单弦岔曲，骂谢派不谢派唱，唱两句。这个单弦啊，是咱们传统的曲艺形式，五大流派：荣、长、谢、谭、曹。其中这个谢派。就是他的曾祖谢瑞芝先生发明创造的啊，这是人家本家啊，来给大伙唱唱，唱唱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东西失传了。唱几句那个岔曲吧。好嘞。豺狼也读书，俏佳人绣影独珠，喜滋滋捏写行言，趁丑着夫天教何时也，朦胧干事月放出，柳软如天台那牛女双个度，看来国有桃源路，请问君不做美的天和我也不知道有无。好，可能好多年轻的观众不熟悉啊，这个谢派幽默诙谐，味儿也好。是，你说这你这边不服不行啊，就人家就这种遗传，他那个嗓子唱就这个味儿，真是好。你有时间真是应该多唱多唱，真是的啊。好，还喜欢谁？三哥呀，来吧，快来，来，来来来，快来！三哥金刚不坏之身。哎呦，谢谢，托您福。哎，对，嗯，
走到马路上碰见他，你们躲点啊！碰见张云雷那样，你们冲上去握个手；碰他，你们躲点，一怼一个跟头。我现在挺老实。那是，你是老实人。来吧，学好了啊！给大家伙我也唱一段。好，也是谢派单弦吗？对不，那谢派单弦不敢。那个唱一段我新学的英文歌曲吧。以后还是有机会再说吧，好吧？来吧。啊，唱一段最近的英文歌曲啊。别嘲笑我呢，啊！别嘲笑，别笑啊！怎么不得烦厌我？一儿一儿的 come up play in， 我问波德你为啥 come in？ 波德在这里的春天 very good for。行，哎，唱起来就算不易，好不好？嗯嗯。啊，九溪啊，来九溪，过来。九溪，我在这个台上曾经介绍过哈，是我们这儿高学历，唯一同时这个会法语和抚顺话的。法语和抚顺话说回来是一样事儿的啊。嗯，表演才艺说啥都行。稍微我看大有点激动。那啥意思，宝贝？那总拍戏，老也看不见，多看会儿。你要说什么？哎，师傅，其实我没有才艺，我跟后台刚才跟他们真心话大冒险输了，我选的大冒险，哦，他们让我摸于大爷屁股一下。嗨，其实这可以摆支着就清门了啊，就接着这。我告诉你，这以后不许再摸了，摸一回得了。行，是闹的啊。还有谁？郭笑汉，哦，好家伙啊！来，一会儿找一组啊！你看这边啊，是今天刚刚摆支哈。哎，是哦，来吧啊！一个作为一个相声新人啊，这个因为我是河南人哦，我们老家那边有豫剧哦，给您唱两句吧。嘿，好，谁说女子不如男？嗯，刘啊，谢谢。刘大哥讲个话，当个啷个哩个啷，离太偏。谁说女子相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这女子放个纸。哎，谢谢。嘿，他专业是乐器，这戏攒在弦上了，想不到的事情啊。叫东过来，来东东，哎，快来，好的人，哎，来什么啊？真心话大冒险你也输了吧？啊，不是，这不是没听说俩人都输了呢？还是另一波。另一波，我就别来了，我让那个咱们这少班主郭麒麟给大伙来一个，怎么样，各位？他给布出去了啊！他这个才艺也是那个往外布啊。对，来吧，儿子，不让我给我师傅一嘴巴。没有，弄一手。嗨，我劲儿使太大了。嗯，行吧，来点那个。这个饿了心得了，饿了心得的啊！大伙学个河南坠，哎，太好了！刚才，喂，我这一说就有，不容易看见我儿子啊！是，我也是特别的荣幸。那个回到天津，怎么还有这钢丝球？嗯，行了，啊，没有没有，我这我现在很后悔那会儿让你出去拍戏去，啊，他出去拍戏，这一个戏就仨月俩月才回来，我让你在门口摆摊，天天能回来看见你啊！那您最好还是我还说相声，就是我现在一看就说，哎呀，我儿子拍戏去了，我心里不是滋味，真是。儿子，你不要再拍戏啦！爸爸，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虽然我明儿走，是吧？不是你们爷儿俩这一上一课的有意思吗？这不比那真心话大冒险好玩吗？来吧，我唱一小段吧。行，好行吧，咱唱《找花台》吧。太棒了，好久没唱了。好，因为我现在也根本不怵这个。那是，您太会唱了。对。你呀嘛更儿里呀，月了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不上来哟，牡丹哎，庭前我们蹲，哎呀，但愿得鸾凤。早早配火鞋，哎哎哎哎哎，谢谢。好，高老板，
过来玩耍一下了。呵，你瞧这玉树临风的劲头啊！哎，呵，你看看这大姐，当然逮谁捧谁啊！您放心去啊。嗯，刚才过服务员才夸人家呢。嗯，谢谢各位朋友。好的，我也是天津人。嗯，祝大家晚安。像话吗？不是我呀，什么叫你也是天津人啊？哦，晚安可以是吧？我呀没有什么才艺哦，就会唱两段快板。那还那叫什么？刚才已经给您唱过了，而且这玩意儿还不叫才艺是吧？今天这么办吧，既然是闭幕式到了嘛，我给您唱一个吧。好。您有想听什么的，我给您唱什么。你看看，不管会不会，艺高人胆大呀！啊，哎，耿直讨人嫌，来吧，错不了。嗯，还是快板，快板以外的啊，您点什么？我给您福寿全，追韩信，什么？猫叫，学猫叫啊！这有点难为老高了啊！不难为。不会那个电磁炉吧？我给您唱两句，学猫叫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想着唱啊，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谢谢大家。哎，又想起他是解放天性了啊。嗯，站住来，快过来啊。你没有雇几个托吗？你那么安静啊。来一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好，他是来自张家口的张九来先生啊。如果你是梁山伯，一定放过那祝英台，让他和别人去相爱，生个漂亮的小孩。如果我是梁山伯，一定把爱藏起来，在故事开始前离开，我一个人去上海。谢谢。小曲儿是吧？小曲儿，这是来自张家口的张九来先生啊。陶阳过来，陶阳快来。来来，儿子，来，快来，唱两句吧啊，都认识啊。哎，别客气了啊，来。嗯，唱两句那个《唐伯虎》里边那七块书吧。好。闻听此言，魂不在。我表妹是他家二奶奶，腾的楞腾楞腾楞叮当，自幼儿青梅竹马在一块，龙框龙框龙洞框，我属牛来，他属小白兔，儿白又白，腾腾楞腾楞叮当，两家要把天地拜，是我道近亲成婚大不该，表妹她怒气冲冲把我怪，架刀画符做了奶奶，狭路相逢要歇菜，水流花谢也活该，开工没有回头见，三拜九叩我上楼台，噔噔噔一噔噔。好，栾云平，你躲那儿也没用啊啊啊！陶阳别下去了，就站那儿吧啊啊！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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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来，不丢人。是我手挺灵。哎，这滚！滚！我还真没有什么才艺。那没才艺啊？既然呢，那咱们就别开生面了啊！要干嘛？那我就给您变一魔术，好不好？哦，你可厉害了啊！咱们来一个隔空取物哦，咱们很快的从右手呢就到了左手，从左手又回到右手，您都拿好那照相机啊摄像机啊，我这就眨眼的功夫非常快啊，您看啊，过来回来，您看就这么快。你这还不如那真心话大冒险的那个，好歹于老师还配合了一下呢啊。张云雷啊，快来吧啊，来吧，咱直接啊，对呀，结束的那个好不好？可以啊，太好了啊，好了好了啊，来唱吧啊，别废话，你来都来了啊啊，小琴童吧，来吧啊，小琴童哎不消停，手打着灯笼走进房中，尊声相公安歇睡吧您哎，明日清晨啊。早为登场哎，道道那么起，倒起倒墙，
早为登城，早为登城，亲内通说话显点聪明啊，那功名好比浮萍的水，太平年哪、啊，美貌的佳人火化兵、哎、年太平啊，不该来结束就在普救寺中，来只在花园，我们两个两相逢，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哪、啊，说话之间桥楼起了更，年太平啊，你在西厢院，佳人他在东啊，隔着那普修寺风光大不同，这也是那个前世前因安排定，太平年哪、啊，此日清晨早登城，年太平，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哎嗨哎嗨哎哎呀，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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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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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走过三里桃花店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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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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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桃花店前出美酒啊，花婆前女儿花容啊，哎哎哎哎